先介绍一下，咱一开始吼是卡拉 OK， 真人吧卡拉 OK 哦，卡拉 OK 啊，等下大家摕十块出来，摕十块唱一条，然后人肉投币机，等一下来装一个人肉投币机。
页。好，咱即马来唱这个吼，世界名曲吼，咱福鼎阿伯也甲咱唱吼，这是1947年多少礼拜的时阵流行的一条歌啦吼，思念的歌吼，来。看到讲咱的后辈，有人在写这台湾感情的物件。
件吼，我就感觉讲会当功成身退啦吼，会当这个安享天年就对啦吼，含笑九泉啦吼。啊，少年家吼，啊写真多歌，啊这个歌吼已经变作是这个啊，做即马少年家爱台湾吼的第一名主题曲啦吼。啊，我相信咱真侪欧弟上、欧巴上大家拢要唱吼，啊我嘛较有耐心吼。哦，啊，另外啦，吼，咱有机会，有志玲嘛，一来只想袂啊，不一定的吼。伊若要来，你敲电话，我敲电话叫伊马上来吼，袂使讲第二句话来。这个是咧讲台湾是一个是大大世界一个小小的岛屿吼，真赞的歌吼。预备，啊，我唱大家对啦。你是大大的世界，小小的一个岛屿。怀念大的月亮，永远放不记。我要全部的快乐，唱出对你的亲情。歌声中，只是真心的好好听，有感谢的意愿，听人讲的话。再来哦，我全心全意的爱你哦，三来。唱的世界，那民族歌，啊 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？ 你有听到人咧唱歌无？啊，该做代理啊。啊，原来是这个马街的这个心理科的医生吴义成医师吼，要做代理。啊，写了吼无够好啦，所以阿辉吼搁甲写有蛮好诶吼，是毋是安尼啊？阿辉啊吼，所以吼，啊，这大家拢要唱吼，啥物牌？这吼要振奋士气诶吼。啊，咱等下唱的时候，手就安尼。天国变国，哈利路亚！吼，手就爱用安尼吼。吼啊，手我较有开力的吼，较爽的，较大声的吼。啊，咱今仔正式吼，咱今仔这个世界无基金吼，这个啊，咱大会吼，这个圆满就对了吼。来，注意哦，别来啊！You're fine.
他们注意阿嫂吼，看到李唐伟老师，看到小虎的老师，看到这就伟大的表演者，我变成小粉丝啦哈。所以即摆足紧张吼，头拄仔带咱唱《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》，唱《望你早归》，啊唱这个好听的少年辈朋友写的歌，大家是不是感觉讲规个人拢热起来对无？所以咱搁甲因感谢一下好无？感谢因，除了今天来甲咱唱歌，感谢因。是台湾的歌手，真侪代志，多谢，真正多谢。是啦，是台中欢迎我，啊，我即摆爱回哦，是小粉丝的身份，爱变成主持人啦。多谢大家今仔日来到咱现场，坦白讲吼，主办单位阿惠姐啊，事实伫一个七点的时阵，啊，搁咧烦恼讲，今仔日吼，唔知影敢有真侪朋友会来做伙参加咱世界无基金这个活动。啊，看起来大家拢真支持，拢真捧场，已经现场坐到要停啊，对无？这应该有500人啊吼！恁哪里都不了解，今日咱两只做主持人，就是我会当看到恁无看，安尼了解无？我会当看，我可以看到你们没有看到的啦，吼、哦！所以我会当看到恁无看到的，包含讲伫这个时间表顶头。你若摕到这个活动的流程表，你嘛甲放喺边啊，因为主持人来甲伊讲，讲过来要进行啥，真侪你无看到，就会开始一项一项来甲举办。大先，我要来邀请咱李工桥来去文教基金会。哦，是来，伊有足侪新闻吼，哎、除了讲是当事以外，啊，佫有就是咱一熟悉，一直伫咧推动用台语家己来写。当然，咱知影讲过去已经有真侪即个台语的作家，亲像你头拄仔听到《望你早归》，那看哦，也是听到《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》，唱着，因已经写真侪台语歌词。啊，不过歌词以外，长篇的文章要安怎写？啊，甚至讲到目前，不是干那写尔，用手机啊，家己就当录，就当翕，会当讲将家己想要对台语运动做甚物代志，来讲出迄个想法，讲出迄个感情。唔只有今仔日，咱有影讲台语这个活动来甲促成，所以我赶紧来欢迎。代表主办单位，以下来甲大家表示欢迎的心意。咱的台语的作家陈明仁阿仁。各位啊，各位，是我哈，我今朝来来参与这个世界杯的活动吼。我简单主要讲一下，世界无语节啊，我今仔有一款啊，啊，即个听知影，迄是孟加拉吼一个族群，因个无语吼啊，去互压扁吼，所以第一就会第一题吼，有因出来抗议，啊有人互台，有人互搬家，了后一直连续向联合国提出啊，请愿，了后才制定啊，今年二月二就是世界无语节吼，联合国有变革。注意讲，你每一个语言拢宝贵的。我咱即马一年吼，全世界一年消失几廿百种的话拢消失，我咧去消失，因为这个经济问题的贡献，所以呢啊，全世界就是啥物拢开始吼跨国性的物件，所以咱宝贵一直咧消失吼。啊，咱你讲就基金会吼，伫个十八年前吼啊成立，就是为着要来啊做。咱个母语啊，甲书写个运动吼，做一个专业个母语运动个团体组织。我所以阮啊，逐年拢会去啊，建立一个所在来办这个母语这个活动。做重点是讲要甲咱提醒讲母语吼啊，是袂当无去个吼，袂当无去个吼。尤其是咱即摆个教育真含吼，咱个语言一礼拜，咱知影咱个语言一礼拜教偌久？40分钟。咱的囡仔，国小40分钟，还英语国甲国语，华语免做，该加起来才10节。哦，这是真行的代志。不过，无人会讲安怎讲，无人会讲安怎。人讲德国囡仔，听讲德国话，哪有可能？法国囡仔听讲法国话，有可能无？日本囡仔听讲日本有可能无？台湾囡仔听讲台湾有可能无？哎，就是这就是，阿婆你干嘛奇怪？阮感觉难怪，哦，所以今日啊，真欢喜啊，遮个主持的吼，朋友吼，歌手吼，咱用歌词吼，啊，搁咱用遮这个高教授用语言观点，甲咱分享，
咱台湾台语有遐尼侪水的歌词，好的歌词，哦，这拢是咱语言吼的优点。啊，今仔日咱啊，咱每一年每一年拢安尼咧做，吼，咱比较叫台语文教基本目的就是做这，咱做水就无去，咱做水，你外口听到迄几啊千个名吼，你敢无关系？啊，咱一年吼，啊，我们家庭啊，吼，我们家庭，不过咱常常咧做，咱常常咧做。啊，今天吼，啊，这个礼拜日吼，啊，真侪，阮教会嘛真侪朋友招来吼，啊，这个啊嘛真侪，再来老朋友吼，这拢是在讲是在语文吼，在语歌词真迄落的，真本土吼，啊，佫真迄落，真有实力的迄落吼，啊，祝大家吼，啊，这个今年身体健康啦吼，啊，看明年过较好，也来啦吼，好，多谢大家。这个很简单的，因为现在吼，过来吼，话讲完了，咱要让伊站在这，啊，大家看，要看安那嘞。颁奖人要来当得奖人，对吧？咱甲别人无同款，吼，所以咱即摆邀请咱的得奖人，咱有五位的得奖人吼，18号林正林，伊就我都过来，19号丹虎宝，来注意个看，这是现场年会上。上天的得奖人啦吼！请问颁奖人，咱的张师傅来给咱颁奖吼，来，扬，好不好扬？扬，好不好？扬。你甲看，大家拢在甲你翕相，你有看无？你有看无？大家拢在甲你翕相，你有看无？你甲飞鸟在那边，甲你的迄个杂料，甲你的面杂料。免紧张，免紧张，来，你注意甲看，好不好？我有问题无？你甲看有无吼？来看遐，看大家吼，注意甲看。嘿，遐我那有一台，来遐我那有一台吼。啊，有无？妈妈迄台，妈妈迄台。后壁妈妈迄台，有无？上边妈妈迄台吼。看遮，看遮，看遮，看好坐火车。好。哎，你甲主持人相像呢。安尼好啦吼。咱甲咱丹凤宝鼓励一下，谢谢。考验的时间到，但他我即摆行对倒位去呢？来，请转来坐吼，等下才互你讲你的感受，好无？过来，咱101号，乌仔配红旗，张惠美，来欢迎，请来舞台头上。但是你身份证哦，袂使进入女娃的哦，爱甲家己行回去哦，来看镜头，看镜头。袂歹袂歹，啊这边这边吼，好，感谢，稍等一下，咱再来听张惠美，惠美姐来甲咱讲伊的感想。再来114号林嘉怡，嘉怡多谢你。多谢多谢，谢谢。再来是118号林大军，讲台语也免开钱吼，来欢迎欢迎欢迎。我记得我配了袂歹嘞，来大家注意吼，看者。谢谢，多谢。再来是124号林若基，林若基吼，欢迎欢迎。对啊，我有跟你讲台语啊，袂使念包的对无？来，哦，这个可能我来三分，是吧？恭喜啦，大家注意看翕相，这边看翕一个哈。谢谢，多谢。再来听咱的所有只的得奖人来讲，为什么得奖这个感想进前吼，我要话是，搁甲咱讲一下，是讲今年头一摆办这个活动啦吼，在恁来看吼，有啥物感觉啊？因为吼，这个活动我要先表示一下，可能有诶朋友有看到，咱基金会吼办这个活动时头啊无人投稿啦，讲叫我录啊，讲录一段介绍，我顶下足硬诶啦，我讲我
我本来当得奖的人，你给我做示范影片，所以这个代志我好阿静来给咱解说一下。好，一摆办这个活动有啥物感动？好，有啥物体会？讲给大家听一下，好不好？多谢。啊，基本上吼，因为这个活动吼，其实进程吼，是还要办过，用台语推进程吼，我拢我是我拢有去有参与做评审吼。啊，咱不啊，迄款嘞较无专业性。啊，就是我是讲，这个时代吼，就即卖在囡仔吼，拢做都爱拍微电影。啊，这个语言的物件，就爱透过声音、影像去表达。啊，不过这个作品吼，我感觉足奇怪，迄款故事拢唔我想会到的啦。我是台语界的人嘞，我是全国台语界的人，结果伊个物件拢是我想会到的啦。哦，我做个物件，我想说吼，我是讲，这是这个世代吼，是一个创意的世代。创作的世代，咁啊是个翻滚的年代，哦，你我做欢喜讲，啊有这个机会，我大家吼，你发挥你创作性，哦，其实我冇想参加啦，我是冇想参加，我是我买单匿名参加。唔系，讲你连手机啊录音都未晓。你个我会晓，手机也未晓，啊，我这人做电影都未晓，基本上前面我会晓啦，吼，啊，不过我是提前的吼，做歹势哦。看到伊咧想法，我感觉讲，我做人我会吼，啊，三不五时，所以讲会当这个温顿啊吼，啊，真欢喜。我想明年吼，会较精彩吼，会更搁分类吼，啊，较侪来参与，可能会搁办落去，安尼好。多谢。谢谢。我是今仔日做落来，咱就赶紧来看讲啥呐？即个每一支的影片，会当互评审评选出来讲会得奖，啊无，搁有咱大家。咱有去咧看遮朋友，嘛拢是伫比较人气的，大家拢甲是赞。原因伫倒位，咱一支啊一支来看啦吼。啊，大先生虽然讲十八号无法度出声，咱也是来听十八号林正林的阿公台语歌时间。这支吼，我是感觉讲伊足够的，阿公唱了袂歹听，拢配字无拢甲嫌啦吼。你甲看一下好无？阿公的台语歌时间来。谢谢。老什么老伙呀？老伙啊，烟头啊！老伙啊，做烟头，哪做烟头啊？啊，我感觉你做烟头的啊。够可怜。你我阿公的，你敬着我，不是啊，我敬着你啊。你看你穿青衫在做烟头，我买爱迪达的穿哦。嗯，爱迪达你知无 ？Nike。Nike。那你啊？不一样，为什么不一样？三个不一样。阿公你出不了瓜。嗯，老嘛。哈？对啊。今日你看只唱歌，唱啊，今日啦，唱歌啦。阿莫去。你是转过一阵，这你是好了闺蜜啊，这一样。嘿。我夜晚深思那情景，今夜天边相思也落雨。好，阿伯完了，阿伯完了。好几处的干裂的土地，我心内万一也听满山呀。够红，三红，五十下。够旁白哦，够旁白。这什么歌啊，阿公？阿公，这条像的歌。我是听的，听来就是说来去学的。阿公，这条像的歌啦。旁白收久啊啦。以中来好。你讲口白讲收久啊嘛。不然欢喜啦。是你是穿过的。哎，这米放着什么啊？在呀，放着一家龙船来做对，将人点在云中来跑来又跑去。我望着不是，目睭着伊牵着双手在身边，无伊的放弃等待。哎，把我家吹了！恭喜大家！
好，拜拜。如果我咧讲唔要，你当我就想要对头甲甲巴来，对无？他讲咧唱歌咧一定共单位，对无吼？唱得偌好咧，还佫顺手讲口碑，唔是旁白，这叫做口碑。口碑是台语咧讲的。啊，有人唔是讲口碑，迄音无共，台语关键音无共，差足侪，就是口碑，口碑吼。啊，我了有人讲日语，讲实力，实力，哎，迄唔是旁白，但只甲大家我那补充报告。第二，咱要来看今仔日吼，上侪会啊，吼，上唔是啦吼，上侪年厝的吼。但好报，但好报影片，但好报咧拍摄，你有看无？所以大家拍个啥个鼓励一下，来看一下但好报。头拄我讲讲，伊是做电影的背景啊。这支影片甲头拄我迄支有啥无同？头拄我迄支迄吼，摄影师吼切头甲，迄不但镜头对调的，连主角吼面拢切着。但这支影片无同呢，你甲注意看，迄吼完全拢摄影机拍伫咧肩胛头对迄个主角甲你面色，搁去迄个溜滑梯的口遐等，搁等唔对，吼、哦，迄本身迄种影比主角较无用，而且吼，迄收音收了足水的，对无吼？啊，第二啦吼、哦，要来听好报啊！我来甲咱讲得奖的感言。你甲看有诶主持人吼，迄个上班咧，看到囡仔上台拢无声。第一问题拢无声，你知道？拢问讲你今年几岁？但是你有做好报嘛？你一定知影嘛？对不？所以今年几岁，咱就唔免甲问啊，几岁你家算看嘛？镜头我甲压看嘛，对不？大家拢知嘛？今年拄进入羊年嘛吼、哦。第二，头拄啊，我咧讲讲即个镜头完全拢对好报咧行。所以主持人原来爱对号报行，唔免好来，咱来对，大家看听吼。主持人我甲访问哦，来好不好？你今年几岁？五岁。哦，你甲看第一个问题就回答五岁吼。有，你弄这个囝有得奖啊？感觉啥款？就欢喜。
你迄个面都无介欢喜，妈妈教你教对无？妈妈教你讲足欢喜对无？不是。不是啊，足欢喜。希望得奖。得奖足欢喜，啊！大家拢有看到你呢，大家拢有看到你，感觉你足古锥呢，对无？对。啊！你除了会晓使用叫滑梯，你搁会晓使用倒一项？要介绍文章，什么上合适？溜滑梯好使，啊，搁有啥物上好使？包括进私课的当中，我问，搁换一个问题，你敢知影你有几落千个，即个大家拢在甲你看的啦？包括讲台湾话，你的粉丝，你敢知？支持者，你敢知？妈妈有甲你讲无？讲几落千个人，大家拢在看你的影片。常常你老影片放起，大家就给你按赞，你知无？知。知道。所以可见，这个儿童把老母利用去啊！我紧，等下妈妈要甲咱讲，讲安尼教你讲台湾话。啊，你先讲有闻怎样子？妈妈、爸爸同厝里拢总甲你讲台湾话对无？对吼。啊，所以你去学校甲同学伫咧讲话，伊有时会讲北京语较济，啊，敢有法度讲？还是甲别人咧讲话的时阵，敢有法度讲？讲台湾话恁听无？现场还好。我听无听无。哦，大家真真正足巧哦。稍等下，搁刷落去哦。咱时间来，互妈妈带起来，有半点钟要互因来分享。好啦吼、哦。啊，搁问你一摆，得奖有欢喜无？有。有安尼，抱个先来鼓励。已经来世界各地的主持，头尾应该无十档也有五档啊，这场上歹谈。无啦，首先我逐年拢有关出来啦，来讲正经的。啊，不过这场上歹谈，变到规身躯汗。明年限天了，十八岁以下袂使参加啦。来来来，讲笑啦，过来，一百块一盒，张惠敏，蚵仔八汉子，这也伫遮吼，咱来甲看一下。出生大汉的我，是正港的河洛人。自细汉到查某囡仔时代，毋捌听过讲天朝酿这种食品。一直到结婚后，我的先生是阿英哥外省人，搬入来眷村，住伫新村大时，时常有听到人咧叫卖。天酒酿的香，天酒，天酒，爸爸，卖天酒酿的来了。囡仔就会叫爸爸买天酒酿。第一的故乡，寒天人也是过年时啊，夫人人啊做伙时，拢是用天酒酿来保养身体。民国77年开放探亲的时，回到家鄉，家裡的人就是煮天酒酿跟人來吃台灣，滿桌的菜，感恩家裡的人來歡迎，兄嫂做了這麼多因自己做的酒曲，讓我們拿回來，又教我們安怎做，才會好吃。回來台灣後，做到很成功的第一阵村也有好物件，都出去，大家食看卖啊！厝边拢学罗天酒酿，搁香搁甜，会当做来卖，一碗咧就卖着天酒酿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食过阮的天酒酿的人拢足多咯，真受欢迎，生意嘛真好。阮的年岁也有啊，体力也有限，打算无要搁做啊。后来阮查某囝甲囝婿因讲要来食，真欢喜讲，我会当甲这个天酒酿的工开始，我会
查某囡仔惊死，因为少年人做啊比我搁较好，嘛希望讲第二代、第三代会当继续安落去，这么好的食品，希望大家会当食到这个甜椒面这个物件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快乐。不知什么款的标准，这来广告的你啊，听众啊，好无啦？可能来姐啊，来甲阮讲一下，你甲看人迄遐好赚，一粒镜头拍甲底啊，你搁配字，搁配相片，哦，比人较辛苦，不管啥较大嘞，好无？大家好，我因为我是无咧人啊，自细汉就拢讲台语，啊，因为我。足平常时足爱翕相，爱翕相啦，有去学剪接啦，即啊这边，你讲办这个活动，嘛是阮老师甲我讲，这个台语的活动，你听我甲你的朋友加较底，来参加呢。哎呦，我每遍人家听阮老师拢来讲，大姐啊，你用台语讲嘿。啊，这边都有这个影子，我拢用台语讲，介绍我家己啦。真歹势，阮伫我要结婚之前，阮老爸一直聊天，甲阮头家讲，因为我嫁外省人，伊讲你要娶阮查某囝会使，先学会讲台语，因为阮妈妈迄年代伊无读册，也袂晓讲国语嘛。所以你若袂晓讲讲台语，袂通。所以阮头家嘛真拍命有啦。所以我住诶眷村，眷村诶眷眷诶拢是外省人、外省囡仔。但是阮家三个囡仔拢从自细汉会晓讲话时，我着拢甲伊讲台语。所以阮三个囡仔拢从非常标准诶台语，连阮孙嘛一共款拢讲台语。对啊，今日有来无？您全新今日来无？我全新有来，对啊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第三代孙子好啦，伊嘛是拢搞得台语。啊，我有一个后生去美国留学，今结婚住美国。嗯。我即摆迄边嘛有两个孙，已经读高中啊，同款转来拢是，伊拢用台语甲伊讲。因咧囡仔若出去，拢是讲 A B C 啊，转来因不爱甲伊讲。囡仔自然，你甲我讲咱遐个话，讲台语，唔再甲伊讲。你同囡仔唔做拍个？袂，我从来唔捌拍过囡仔，阮三囡仔我唔捌甲拍过，阮拢用温顺的教育。但是你转来讲我迄啰，咱台湾人也是爱讲台语嘛，对无？你。咱自细汉，所以咱家庭教育真重要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囡仔会晓开始讲的，我拢教我讲台语。到即嘛，我有代志啊，无拄好来甲伊讲一句两句的国语。佮妈妈，你讲安尼唔对嘞。所以因会教，因会教讲听袂惯势啦，啊，阮自细汉就是拢讲台语。哎，啊，查讲，阮伊讲，人阮小弟嘛讲，阮个即摆若听到囡仔讲着国语，就讲阿嬷个话，爱讲阿嬷个话，是啊。所以咱咧讲台语，真正爱为家庭哦，个呢，为家庭迄啰教育真重要。你较大汉啊，才要来教伊讲台语哦，实在真困难。你是平常时讲惯事就好啦，嘿嘿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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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马上就到挂掉，挂掉，挂重点吼，请坐，请坐。不介远啦吼，所以这个基金会我甲赞助啦吼，做一块空板甲挂，国语家庭，咱这个个国语人吼，哦，规家拢讲这台湾话，赞，嘿嘿，来做一块空板甲挂的吼，来，坐下。啊，搁算了啦，大家坐啦吼，有诶朋友较慢来，大家坐。
咱即摆的活动，拄仔进行甲讲，咱咧看即个得奖的影片，啊嘛请咱一直得奖的咱即个来宾，讲因得奖的感受，大家坐啦，大家坐吼，当作家己简单的所在，做你家坐一头前，免客气。继续落来，哇，咱来看用台语支持婚姻平权林大爷啊，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安安平安，月月安，月月安，每年冬天，每年好天，出头天，大头天，大头天。上月今仔日来个贵宝地，是个卖药啊、卖保养、卖化妆品、卖韩版广告，做人嘛是真实在。不过无要介绍你好，又是要讲一张图。哎呦，那雄雄一个查某撞出来，搁当班的。那你嘛好啊，这世界名话呢。五在法国，为着要追求自由、反抗专制，人民发动一届革命啦！诶，唔对啊，法国的国旗敢生做安尼？哦，人客你嘛上名来，这张图予人 PS 过啊啦！伊个唔是法国的国旗，是绿色天旗。你讲啥？维大利？天哪、啊！都落雨，搁出日天顶弯弯有雪水，迄、那个天哪、啊！敢唔是七色？伊哪会绿色？无讲你唔知，这是一个代表。表示查甫爱查甫，查甫爱查甫，也就是同性别的人相爱的符号。边啊，阁有四字呢？这是婚姻平权，意思是无应该限定查甫甲查甫才会当结婚，同性恋甲异性恋结婚的权利应该爱平权。这张图就是讲，要用争取自由的革命精神来拍拼，让嫁娶婚姻，才做每一个人拢会当有的权利。是安怎这件代志真要紧？咱想看卖咧，有两个人，因实在真久啊，互相有意爱，怎啊行到底？只是个人去上班，暗时回来到厝做伙煮暗顿，也是手牵咧去吃外口。拜六礼拜跟朋友开讲教囡仔，过年过节两个人倒去爸母家，规家伙啊吃青草，泡饼趁钱欠一寡，同齐买厝做伙生活，互相照顾，互相依偎。安尼就好结婚啊！是啊，不过咱国家的法律会讲。歹势，恁无资格。本国干查甫查某会当结婚尔哈？查甫查某到底爸母无同意，伊阁会使相娶走呢？这两个人有爸母甲祝福，煞袂当结婚，法律完全无要甲伊亲近，安尼敢对？对。人要先加智慧，无一定为着要生囝。无，白姓的人甲着袂当嫁娶，同性相爱，嘛无啥物奇怪哦。真侪动物拢有同性恋，阁会当做饲幼囝呢。总共一句，家庭甲婚姻的意义是啥物？关键是啥物？是对对方的爱甲责任，这才是上重要的，敢毋是咧？不管是翁翁、某某，还是翁某，拢是牵的，拢会甲对方的手牵条条。哎，搁讲落吼，搁要熬天啦！咱第一人上了解互人阿伯甲机师是啥物滋味，所以讲朋友啊，爱自由，咱斗阵来用台语支持婚姻平权。过来，我来介绍嘉义。其实嘉义咱嘛常常伫咱台语的运动内底拢有看到，古城真用心伫咧支持。啊，不过我要甲你反映一下，你这是114号的投稿吼，为着你这支影片，本来还佫200几要参加，你做个这又啰嗦，无人敢问。来来来，互你讲啦，好，过来互你讲。真欢喜吼！我即届有即个机会通啊参加即个活动吼，就是讲即个婚姻平权甲代志即两项代志，应该是我即几冬以来吼，我所就是我生命当中上重要的两项代志。啊，不过进前吼，即两项代志一直咧抢我的时间吼，所以我就一直想讲，敢有啥物办法会当甲即两项代志甲做伙？啊，真拄好，就是我旧年年底是拄好是头路，啊，就较有时间吼。啊，佫真拄好，即个时阵看到你刚刚办即个活动，我就想讲，即我若无参加，是咧对不起家己，对不起社会大众。所以我就开始咧想讲，我应该爱来做即个影片，爱用台语来讲即个婚姻平权的代志。啊，不过因为即个婚姻平权伊的内容，就是讲伊包含的层面真宽吼。不是讲刚刚我内底讲的讲啊，即个查甫甲查甫，查甫甲查甫，买单的规定尔简单尔尔，伊有牵涉到即个多元性别人吼，多元性格的即个议题。啊，咱台语嘛，台语的运动嘛是同款啊，咱台语的运动嘛是牵涉即个层面真宽嘛，不是讲吼啊，刚刚趣味就好，也是讲咱刚刚讲强台是都会使。
不过因为要做一个新的代志嘛吼，之前无人做过，我想讲因莫伤贪心啦吼，我就简单讲一项代志，就是两个人，咱互相有意爱吼，咱想要结婚，咱唔通贪心管讲这两个人面试，伊是毋是一定是查甫甲查某吼？另外就是讲台语，我要去大家来注意讲，其实台语嘛会使讲这个现代的什么议题，吼，所以我就用想想办法，用这个真趣味的方式来做这个影片。当然就是讲，希望讲大家看到这个，咱感觉趣味啦，甲大家分享，安尼这就是差不多我的这种感受，多谢。我来甲你访问一下。好啊，好啊。因为我若无少问一下较有深度的问题。人是讲，即个主持人拢甲另外人共款，拢甲来讲笑。坦白讲啦吼，婚姻平凡即个代志，甲代理运动即个代志，当头拢真大。你一摆担两担啦吼，你毋盲讲除了录这支影片以外，现场遮个朋友，拢家己个，拢上始终用心在进行运动。阮会当甲你斗创啥？因为你讲个即个当头遮大，未来阮会当甲你斗创啥？那是照这个婚姻平权这方面的这个代志吼，其实真简单，因为咱即摆社会常常有机会来讲，比如讲咱去讲到这个议题吼，比如讲之前都是有一挂迄个明星啦、艺人啦，伊来讲，伊反对这个代志。哦，那如果你身边的人吼，人在开讲时阵讲到这个，人讲，哎呦，查甫做伙唔好啦，你都要讲，那有啥唔好？因两个人做伙，伊想到袂当结婚。哦，你会当甲因讨论这个代志，那阵讲你有认同我的想法啦，你会当甲因讲，这无啥物奇怪啊，这正正常啊，这哪有啥物袂使？吼，那你有代志这个部分呢？你在乎大家拢是专家，就是讲你若是有机会的时阵，你就是甲人讲代志。哦，无一定讲像咱即摆真侪少年人吼，会去参加一挂这个社会议题。那讲婚姻平权会当有代志讲啊，咱协力会当有代志讲啊，吼，咱像讲这个顶届妇女这个什么办这个。迄个运动的期间嘛，真侪人拢用台语来去讲伊家己的理念嘛，吼。所以我感觉这两方面差不多，大家拢会当为家己的生活来开始做。多谢你，嘉义，多谢，谢太好，多谢。我相信朱哥俩啊，朱大哥也来现场，听伊讲完，我那会支持婚姻平权。朱大哥原来足有深度，伊不是干那会讲笑尔。过来吼，咱续落去看，就是118号林黛君的影片。来，咱来甲看一下，讲台语也免开钱啊。大家好，今仔日这个瑜伽曲台语舞蹈聚会，要来办一个台语的活动哦，叫大家看影片啦，听讲有奖金啦。无唔对，我就是咧孝顺这3000块哦，赚偌济靠腰体，即摆要来考啊，赶紧来处理结果。这活动的上重要、上主要的特点，就是讲要来推三件台湾的无机文化哦。比如讲，你若是客家人，你就来讲客语哦。你客家人出来讲客，客家人祖先又交代，你妈的祖宗天不忘祖宗言，你妈的祖宗行不忘祖宗山。所以讲你听啦哦，你来讲的是。为哪好啦？晚上四点，大家，你就来讲你的主意哦。但是大家想看卖啊，全台湾7-8成的人，无几是台语呢。哎，到当即阵啊，少年人都爱不要讲台语了，这种代志吼。所以讲，讲一句正经，你较听有啦吼。讲台语，感觉开钱对无？讲台语也免开钱啊，讲台语也免开钱。要来省钱，你想看卖啊？你若去路边摊好啦，卖公司也好啦，你要甲讨价开价，太计较啦！你用国语的对无？太计了用台语对无？你用国语太计空空的那太多啦，太袂好嘛，无法度嘛对无？太计就要甲讨价讲台语，你若甲讨价讲台语，讨价听了心怀欢喜。头家听了心肝好欢喜，头家就袂骗你的钱哦。头家听了足欢喜，足欢喜就给你两千块饼，十五只新币，20块三十五块上块，我也十块，我弄10块，十块上块五块块。头家讲开始就是得快差滴啦，今仔十块今仔才讲真正吼，所以我安尼甲你强调，安尼恁听啦吼。但是恁爸两大意思呢，首先我个人。看不到
这个年轻真正安尼呢，大姨是做文案呢，大姨做气质的呢，大姨做知识，无你呐，这世界公平无你呐，去那个维基百科看卖好个，后壁讲无啦吼。啊，所以今仔就是要来甲大家希望讲现代的男性，讲大姨气质，现代女性，讲大姨气质。性格可爱的是，结论希望大家来传承台湾的文体文化，保存土地上水上美的声音。感谢大家的刷。这两个太欢迎，你大尊，我从那时教好伊就好。今麦我来个访问外家访问，访问来访问去，来讲一下得奖的感想吼。干啦。感谢主办单位以外，你这个腔口真特别，大家有在问，伫倒位学的？这腔口，阮阿妈是大西人啊，啊，大西就是伫海口嘛，海口分林遐嘛，啊，但是阿妈朝四十岁就搬到新竹湖口遐啦，我伫遐出世大汉的啦，客话遐淡薄仔啦，啊，但是其实我细汉时我唔知影啥物。啥物号做泉州啊？漳州、泉州，我唔知啊。啊，就是有。拢感觉讲即咱的腔，别人咧讲拢有腔，干那咱咧讲无腔啦。有时啊，感觉讲，那我讲话吧，因讲因听无啦，然后就奇怪。比如讲哦，我若物件若落去哦，我拢讲干了，物件干了。啊，别人听无，拢哎那这那真奇怪吼。啊，到大后我才知影讲哎。原来我甲别人讲的无同，我有一回我听讲有一款腔叫做海口腔，我想讲啥物是海口腔啊？我就借我厝讲的啥物是海口腔，我咩人家就讲这款腔。啊，你大学是倒位读的？伫公馆啊，大啊。伫公馆就对啊。啊，但是大的同学讲台语会较少呢。对啊，这就是。你找人同你关，你大姨就讲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真奇怪的情形啦吼，所以是人来教，是人来鼓舞啦。啊，同款啦吼，我头拄仔咧访问，你也希望讲，除了这支影片以外，在你的想法，阮会当甲你斗创啥？那关钱也免讲啦吼，就加可能会当啦吼。那出去吼，那买物件，你做你甲出。讲我，林大军，你有熟悉无？安尼应该就甲你了来，希望我甲你斗创啥？我咧看这個问题吼，上重要就是这個、大家爱青年化啦，就是爱有法度甲传承。传承的意思，毋是大家，毋是讲老大人咧讲，或者是你甲老大人讲大家安尼尔，是这少年的家己。中间的下界互相的讲台语，这是叫做传承啦。啊，想怎爱安怎来传承这语言呢？有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用网络这款新的这款平台嘛。因为即摆阮跩少年人拢是网络的原住民啊。原住民。所以。就是爱互这个物件，大家看了心塞心塞，安尼有一个机会去重新来学这個台湾的这母语安尼，这是我的看法啦。啊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啊有爱用啊无？无。这要紧啦吼，大家再个小报啦吼。开放报名专线，对不对？未欠笑吼，未欠笑，这是好人客，多谢，大家多谢。多少来？咱来看124号，林若基，我爱台语，不是吼，我爱台语，来。我是林若基，我是台湾人，
我细汉的时阵，阮爸爸跟妈妈，伊拢讲日本话，但是我伫外口讲台湾话。我读书的时阵拢讲国语，结婚了后呢，因为阮先生是广东人，我拢讲国语。但是我台湾话无改落去，因为我足欣赏台湾话的水，会简单，啊，甲伊足深的意思。啊，即马社会伫进步，环境伫变。一寡少年的拢较袂晓讲台湾，有机会我著甲因鼓励，啊，著甲因解释，希望大家尽量吼会当讲台湾话。啊，我嘛做一本七九年的书，啊，拢免费来送啦，这是我个人的荣幸。哎，小李干啥？啊，今天大家去倒位啊？我要上班。哦，哎，我拢定来叫你小李呢，啊，你是啥物大名？我叫李坤泽。李坤泽阿罗啥？哦哦，李坤泽。李坤田，哎，阿杰哦，李坤田，哎，今麦后面拢要讲台话啦吼，哎，好，好，哎，阿你讲讲台话，我来当台话，我甲你客气啦吼，好，李，哎，哦，李会当啦吼，阿李常一寡水轮子是啥？粉啊，阿粉，阿粉，若讲冷水搁较侪种是啥？梅啊，梅，哦，阿若搁较侪是啥？汤，哎，对啦，对啦，即鸭。我来给你看看眼睛。阿妹哦，哦，阿妹朋友对象啦，刚刚感谢，阿妹感谢哦，感谢一下啦，哦，感谢一下你啥？感谢一下，就是同一个字，感就相同的同，啊字就是写字的字，同一个字的写，感一下，这就是台湾话的水。哦，因为老名啊，比较好啦哈，就台湾话就水哈。我是讲要找一个人来做的。开始吧。上好音，台湾南北真侪腔，这是好听的原因。台语唔通囥个闲，会讲台语受欢迎，共同推广，大家兴哦。啊，安尼欢迎，真乐天。阮电影片就是造成后壁无人投稿的原因，因为动用的人员遮尔侪，你去共提这个，我都互你倒徛吼。后摆人唔敢去。包邮啊，好厉害！来讲一下感受咧。主持人啊，各位贵宾哈，各位特工姐哈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。哎，今仔日是足欢喜啦吼，我真久无得奖哩啦吼，无得这奖吼，我嘛是足欢喜。但是吼，我今仔来个看吼，我上侪吼，啊，我来拄啊看哈，张惠妹哈，贵宾小姐哈，讲比较侪，我想唔对哦，我上侪。好，啊，但是呢，这是真好的一个现象啦，哈，拢少年的，哈，拢少年的，啊，少年的就是讲台湾话有影，即马就是台湾话慢慢的消失，啊，是来讲咱台湾人吼，咱这台湾话吼足水的，我拄爱影片嘛，讲足水的，咱种简单的吼，咱若足简单，吼，台语足简单，敢若一个阿哩，吼，你若要称呼人啊，阿爸、阿母、阿伯、阿叔，吼，啊你们。你咧称呼朋友啊，叫朋友吼，阿弟啊，阿英啊，吼，阿俊啊，吼，敢若一个阿哩，你着人，你着会带出真济要共称呼的所在，吼。啊，搁咱大家常常有听到迄句哦，开一字，开开两字，开开开，开开开三字，即敢若一字哦，啊，但是无同款的组合，啊，着无同款的意思，啊，行动也是无同款。吼、哦，所以这是够水啦，吼够简单。啊，搁安怎嘞？咱台湾的戏剧、歌戏咯、布袋戏咯，可能恁的时阵，啊，搁唔捌看到一种戏，或者家里戏，吼、哦，我拢有看到啊，吼、哦。这个
这个表演的中间呢，因常常讲这四句联、五句联、七句联，吼、哦，这内底伊个用词哦，是讲水，意思阁真深。所以即卖的歌戏啊、布袋戏啊，会当讲拍动咱这观众的这心，就是啊，就是大家拢最爱听迄个台湾话、台湾腔。尤其拄啊吼，迄、梁大军，这个烟斗上吼，伊讲迄个腔吼，我较熟悉，因为阮妈妈浙江人，就是这个腔啦，吼、哦，啊我住新竹，所以我嘛足惯习，啊这个腔足水的吼、哦，啊所以我就讲，感觉讲咱台湾吼、哦，台湾话啊传承，但是因为吼、哦、大环境的变化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寡因素。咱慢慢消失掉，吼、哦！啊，我拢是安尼啦，拄啊，影片我有迄、那个，然后看到人，拄到人，我拢吼直直甲因解说，啊，甲因鼓励，吼、哦！尤其讲咱这个台语吼，甲国语无同款的发音有一字，台语无波，吼、哦，国语有波的音，啊，台语无没有波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是我无同款的所在，但是我是讲咱尽量的推广，啊，甲伊鼓励，吼、哦！啊，今仔日遮尔啊侪少年的得奖吼，所以我嘛感觉讲真好，我甲恁拍拍啊哦，拍拍拍，哈哈哈哈哈。另外吼，甲恁讲吼，大家我讲我上侪是因为我拄啊影片有讲，我出世伫日本时代吼，我今年75岁，啊那四加五六是80岁啦，哈哈哈，啊才多多指教。啊最后呢，我嘛是想讲吼，这个李刚快文教基金会吼，这18年来对这个推广这个台语，伊真努力吼，咱拢有看到，也有听到，所以咱大家我来用上大声、破个声来给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就讲我原来用台语吼写这个七句联诗，啊，我今仔日哦啊真匆忙，我就摕来送大家啦吼，我尽量拢送啦，啊，所以最后呢，啊，拄啊我来变我有读过吼，啊，我今仔日原在吼，佮读一遍，给大家听，因为拄啊讲的只讲，大家拢有讲过啦吼。世界话语真侪型，台语公音上好音，台湾南北真侪腔，这是。好听的原因，台语唔通囥咧用，会讲台语受欢迎，共同推广，互伊听哦，好唔好？谢谢，谢谢。哇，我好正够扎时间，啊，搁续落来吼，我拜托大家，拢甲我同款，老师讲过来做你的小粉丝啦。来。啊，等下，讲一下话。老师，你有每一对专辑我都有听，肖老师嘛是。继续。你会再甲我考试？过来。这个不好笑。但是你等下迄条新的手，我知道，看伊的表情，咱就知影，唔通我转嫁去。请问肖福德的成名曲出来第一条歌是啥？应该是花生粿一个歌。啊，有没有答对？好，掌声鼓励。
这个歌呢是小弟差不多四五十档也无遐久啦吼，二十几档唱。古早时代当出道的时阵吼，还阵我都参加一挂一个，就像这个演唱会啦，台语歌谣的演唱会吼。啊，曾永明老师写一个诗吼，啊，看了这个诗就好，诗写足赞的，啊，所以我甲这个诗，甲用一个变作歌就对啦吼，啊，这也做。拢是为着你迄个失落的心吼。旋律搁较好听，嘛无脑生着你啦，无路用着你啦吼。啊，拄仔咱有听福条咧唱伊出道的时阵头一条歌《花世界》就离开吼。啊，最近福条单写，
华西街最后一缕花啊，不是啦，我得拿下来啊，叫做《Formosa》啦，吼，来，豆总。写歌词叫拍你呐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请问迄个拍你呐是啥？阿辉，拍你呐是你哦，你的化名啦。不是，拍你呐是一位啊，最近即几冬写了写足侪台语作品的一位作者。因为伊伫个即个电子科技甲服务，想讲就用拍你呐做名咧。迄个拍你呐有交代伊要讲啥物话无？伊讲真感谢。你从哪叫来？伊伫个下港南埔啦，嘿。哦，你无共补贴高铁的费用。所以今日就是讲，主要是因为咱伊头会吼，咱这边吼真欢喜吼，会当讲来提供这个普及白客这部分啦，嘿。所以吼，这条本来是短短的意思吼，会当变作今晚今日等下大家要听到这个平台呢。好，所以这条歌是自孔英哦，是李刚曲本交基金会联合之歌啊。就是为了这个，是我记起啦，是为了这个活动。刚刚为了阿辉尔，阿辉联合之歌啦。好，下一页来，咱这个歌词拢写在顶端哦，等下可能有一部分会当大家一起来啦，反正食饱用用哦，先嘴小运动，先试看卖啦，好，来，阿牛。
嘛，随啥物拢是土土啦，不然啦，阿公也做无稳地。上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啊，若要变数的吼，即摆会使去。来，翕相时间，这是排伫咱的时间轴内底哦。翕相时间。你奖人吼，啊，搁有咱的颁奖人，搁有小等下要做咱的来宾。来来来，做来翕相，好不好？咱的林委员吼，林委员做一个来宾。来来翕相，好不好？你奖人来做来翕，好，来翕一个，做来翕。这是吼，立法委员好双人。因为一贯是风险太侪啦吼，所以咱介绍上新的啦吼。啊，若网络的朋友吼，讲北京语的吼，谐音或外音吼，拢叫伊飞天对无吼？所以咱台语的歹爱用台语的外音吼，介绍一下 ，Freddy， 我来回答，不笑不笑。好，咱的 Freddy， 啊，还有 Homer 跟伊的妈妈，好有教授。哎呀，恁对伊敢无好哦？咱无囡仔有通学。啊，是好怪者怪头先有反应，也袂使咧吼。好，无咱再来个时间，赶紧来交予咱两位讲座的来宾，因要来甲咱分享，伫生活中要怎用因的专业
用伊个专长来将台湾话推动出去。大家，互我拜托，同款吼，自愿为咱坐落来，静静啊听。过来，即站的时间，把咱两位来宾详细来甲咱分享，好不好？多谢，请大家坐落来，咱静静啊来听。啊，过来就将时间交予 Freddy， 交予考文副教授甲好宝，好把声特别甲好宝鼓励一下。对，我即摆，我先甲即个就是主持人吼，也佫有迄个阿辉老师，也佫有就是咱迄个应该讲李刚款、李刚强基金会，感谢恁的邀请，因为其实我感觉我即台湾话吼也是无讲讲了概念长啊，是差不多比 Doris 较好一寡。大家若有看迄个即马网络顶关吼，即个 Doris 的即个台语，即个阿头，阿头心酸的即个节目吼，对即个就是无记日迄天开始吼，啊，逐礼拜拢有，啊，就是讲即马已经第三集啊，啊，愈讲愈好安尼，啊，不过我嘛差不多比伊好一丝丝安尼。今日上主要也是来甲大家分享，就是分享咱伫生活中吼，安怎用母语来，应该讲对我来讲，我一个是做创作的人啦，所以讲安怎来写歌，安怎来推动这个偷偷啊推送啊，你若看这个乡邻的乐迷吼，因即摆因为乡邻拢加减较敢讲台语啦，因为连 Doris 这种袂晓讲的人吼，拢甲杀出来讲台语吼。啊，我一直感觉讲，就是其实应该就是讲吼，咱应该是母语。即摆伫台湾吼，大家连讲英语都拢常常拢推杀，都拢咧推杀讲爱讲英语啦，包括咧驶计程车的啦等等吼，啊拢讲爱敢讲，爱有迄个勇气通讲，啊你愈讲就会愈一个练转吼，这是讲英语啦，嘛是拢讲安尼嘛，啊颠倒是讲台语，你若较唔敢讲的吼，你讲的很笑，啊英语你若伫迄种夜店啦、club 啦等等的迄种拍。你讲的时候，你讲更加傲骨吼，更加乌白讲安尼，人也袂甲你笑啊。感觉讲你就是足傲的安尼。啊，顶多是你若台语吼，你若小夸讲较无遐认真吼，顶多会互人笑。所以讲我感觉这个规个这个气氛吼，爱甲改变，就是讲讲无好的人，你嘛爱叫伊爱有勇气讲。无人会当讲变甲讲到已经拢足完美了后才来讲啊，对无？先伫处理咧，甲拢足完美了后才来讲，这无可能的代志。上主要是敢讲，啊，常常讲，啊，若讲唔对的时阵吼，大家会当交流，甲讲，哎，其实唔是安尼。比如讲吼，迄 Doris 是应该是第三集，内底有讲万世难翻身嘛，万事难翻身嘛，万世。啊，即、這个伊就讲读过即个万书啦，变成就逐项代志拢无法度翻身的意思，迄就无共款。啊！但是伊安尼讲了了后吼，你会当甲讲、甲交流、甲讲这种、这应该是安怎念，甲讲一下，安尼就好啦。所以讲一集安尼愈来愈进步吼，啊，互遐少年仔大家看是本来是敢若笑，啊，但是其实遐少年仔嘛袂晓讲，所以讲伊嘛敢讲，安尼上重要。是爱互遐少年仔吼，因为看了后，我讲伊遐无好个人嘛，敢出来录这个节目来甲大家分享吼。我感觉这是一个开始啦。啊，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其实较主要是讲吼，我伫组团的这个过程中，到底是安怎看待母语，啊安怎用母语来开始来写歌，安怎来创作吼。其实我家己细汉的时阵，我甲阿嬷拢是讲台语啦，拢阿嬷自细汉。啊，我阿嬷其实伊是客人，啊，但是伊嫁去迄啰，好多人的处理，啊，算是讲童养媳迄种的吼，啊，所以讲伊从细汉伊就拢讲台语，啊，但是伊嘛也讲客语，所以讲伊的台语小可有一种客语的腔。那我学的就会变作安尼，比如讲我应该是高雄，我拢会讲高雄，我较会变作迄一挂音的较浓安尼，因为拢甲阿嬷讲。
我细汉的时候，就是拢讲甲阿嬷讲迄种小可有客人腔的台语安尼大汉哦。到差不多七八岁的时阵，啊去学校了后，去学校就是学校都会有这个老师吼。我迄个时候，我即马已经三十九岁啊，所以讲我迄个时阵，差不多到小学到五年的时阵吼，你若讲台语也是用罚钱哦。啊，顶迄落五班顶管就会写你的名，讲今日像写像讲方言啊。啊，就罚十块，我唔知恁，阮学校的计小算较俗，还是较贵哦，就罚十块安尼啊。啊，所以讲，哦五块，十块有人讲五块，哦，所以讲起价就对。有变过啊？对。所以讲，愈来愈高。所以讲，我先把我这个成长的过程，先安怎改变做这个台语吼来创作的这个过程，稍分享一下，等下咱再请恁两个来。我用啊，咱这样对来，你讲。好啦，我好讲到这站，我讲你差不多。好。我的偶像，摇滚主要所因，拄啊收好啊，啊应该也差不多要离开，啊咱是不是拍个声吼？搁甲伊感谢一下老师。感谢老师哦。我的故事差不多讲到大学的时阵，就会接到摇滚主要所也去。我真正，因为我家己哦，为这个从小学了后开始，就变作讲对台语有一种较看不起的感觉，因为学校拢安尼嘛，学校讲你讲台语，讲方言的是较无水准的吼，啊，搁爱犯贱。所以讲，以前你从细汉就有一种迄种气氛嘛，你若讲台语吼，搁爱互相教你，爱讲你爱做尿皮啊，讲迄像讲台语，甲老师打完的。所以讲，一直到这个小学啊、国中啊、高中的时阵，拢变就是你台语就愈来愈会认得。啊，我常常我后来开始用台语写歌了，拢是用朱老师，拢是用低头回伊个考试。对啊，我后来就是开一直到大学了后，才阁开始转去讲台湾话。我到大学的时阵，当然是因为吼，迄个时阵这个出版法啊等等的。以前有禁书嘛，有这种迄个包括这个禁歌嘛，等等的，啊，即个即开放了后吼，啊开始看册，啊开始这个对这个台湾文化的这个想法吼，包括台湾主体意识的想法，才开始重新建立。啊，这个过程，其实我家己嘛感觉讲，足唔甘的啦，因为我嘛因为安尼看阿嬷足无的，我自细我甲阿嬷上亲。啊！但是去学校了后，比如看阿嬷诶讲台湾话啦，感觉伊无水准啦。一直到大学的时阵吼，伊已经有一挂即个老人痴呆吼，就是讲伊的记忆力足歹。啊！你迄个时阵，你开始伊有即个反省的时阵，拢袂用。你甲讲啥吼？伊有诶时阵甲我认做阮爸爸，对啊，伊会认袂出来，看到我叫阮爸爸的名呢。啊！你迄个足艰苦的，因为你要甲讲吼，你已经。即、这个你甲伊，因为你以前甲伊上亲嘛，因为我毋是爸爸妈妈带大汉，拢阿嬷带大汉，拢甲阿嬷困做伙，啊，拢伊拢到迄个小学的时阵吼，拢也是伊做便当啦啥货，我传去学校安尼。啊，但是我因为学校的即、这个国民党的即个教育了，就愈来愈看袂起阿嬷。啊，当然迄毋是讲，就是毋是迄个主动的这个来看袂起阿妈，就是迄个潜意识内底吼，就感觉讲台语就较无水准，阿妈啥物拢唔捌，比较习惯安尼。啊，一直到大学的时阵吼，啊，重新来认识，来甲这个台湾历史甲文化接起来了后，开始反省的时阵拢袂，要去甲阿妈讲啊，我这个要开始甲伊可以用台语来讲，伊连我是啥拢认袂出来，定拢安尼。所以我就足艰苦的，啊，迄个时嘛开始想，因为我以前写歌啦啥货，一开始做这个乡邻的时阵吼，嘛是拢用华语在写歌，啊，开始这个台湾文化伫我算是这个家己个人的这个文艺复兴了后，我就开始用台语来写歌词，啊，开始用台语写歌词的时候，一开始我因为我希望讲我会当共细汉用的这个语言吼，会当开始接转来，开始用这个。语言来写、来创作、来写歌呢？啊，一开始当然是写较少，这个应该讲较垃圾的啦。啊，迄个时候嘛开始听这个台湾的这个，应该讲地下电台啦，嘛听这个地下电台，啊开始用听地下电台来录台语安尼，加电脑灌洗。啊，开始写的时候，头头我就讲嘛，连
迪达培老师，因为我嘛迄个时候开始听迪达培老师的音乐，即、這个包括足侪即个专辑拢买，啊听伊的歌，啊想讲家己嘛要来写安尼，啊就拢愈写，一开始当然拢好笑啦，伊叫我去上就伊的节目拢笑我，讲你安尼写唔对，啊甲我改啊，改讲这应该安怎，落这字嘛唔对安怎，啊后来我认识阿培老师了，就应该讲，都学着搁较侪诶，即个安怎？我大概即马大概歌词啊写煞吼，我拢是寄互阿伟老师，我讲嘛安尼，啊有倒位应该爱抄一下，应该是安怎会较水？安怎即、這个应该讲字安怎用才对吼嘛？定定拢问阿伟老师，啊包括即马 Doris 教台语的迄个影片吼，嘛是阿伟老师斗相共真侪，就是。当然，阿威老师，我相信你应该是听较足解药的吼，不准不带讲到安尼的。但是，迄落字幕的迄个部分哦，阿威老师到至少人爱看有，阿袂安怎写的。啊，所以讲，我家己这个爱多写。其实我感觉讲哦，乡邻的这个组团甲创作的这个过程哦，其实算是一个在找找家己的这个过程，你家己的记忆对。啊你！你安怎感觉是一个自然的人？诶，这个你吼国民党吼，这个政府的教育，甲你切断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历史吼，包括我甲阿嬷的这个关系吼，去吼这个国民党有这个教育用用甲切断的这个历史，甲想办法甲接起来。啊，迄、那个接起来的过程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啦。你甲阿嬷，你甲恁家族阿哥啦，等等这些人，本来你已经讲话吼，拢讲甲。伊嘛无啥讲，伊拢住伫台里嘛，我家己的家族伫台里，啊，我家己是算伫大安区出世的，啊嘛大汉到大，啊，但是我长期住伊的人拢伫台里，啊，伊拢讲台语为主嘛，啊，我天龙国的拢从澳洲拢变作拢讲华语为主，所以讲你甲家族之间的这个感情吼，上重要唔是讲你干那迄个认同转来，比如对台湾认同转来，上重要其实是迄个语言。你甲因讲啥？你细汉时本来甲因讲台语，啊！你去互政治因素咧改变了，你要搁接回来，上重要嘛是你甲因讲话，也是爱回去用台语来讲。所以讲，即、這个对我来讲，我个人我讲吼，我创作的即个过程中，安怎去找对的字，安怎去用台语来创作，我甲开始最近这三张唱片拢是用台语写，啊，开始录下嘛录。愈顺啊，愈惯习安尼。啊，我嘛开始介绍讲哦，我其他的遐个乐团的朋友吼，歌手，我甲讲哦，你若要写台语歌，你嘛用对的字啊，要不你到时无我就传落。你迄若唔对的字，大家拢用听的，迄种对啊。你爱会当写字才对嘛，你爱会当有分字的记录才对嘛。所以我就讲开始宣传啊，因为安尼阿辉老师伊嘛，伊咪都应该是足无用的啦，因为我都。去到世界我袂介绍吼，啊一寡我都有时阵我爱甲遐个少年仔吼爱先坐，因为伊若感觉讲迄字我袂写就好啊，敢有差，啊会晓读就好啊，敢有差，我着我爱甲伊先坐过一年了后，才会甲讲吼，好，伊即摆互我说服了后，才会讲我拢爱讲，你爱去找阿辉老师。你讲你若写歌词，你若歌词叫阿辉老师，伊会甲你教安尼，啊我着安尼渐渐啊愈来愈侪人会当来用即个创作，啊我当然哦，甲细汉的过程哦，你搁写歌的人哦，写音乐、写歌的人，我也拢安尼甲讲，我无可能甲讲哦，为着台湾，为着咱保存台湾文化，为着保存台湾文字，你一定爱用台湾话来写，爱写对的字，这无可能。你若讲这音，听袂落啦。若要写歌尔，咱爱有足侪即个迷妹嘛，对无？爱有遐个粉丝，爱那个来对，所以讲你爱甲讲，你安尼写较比较酷。你啊，咱甲讲，就是讲你咧写遐个字，大家人读袂出来吼。啊，但是你若写对个字，大家感觉讲，这个字我拢以前拢唔较早吼，拢唔捌安尼写字吼。原来台语嘛有字，啊，安尼不哩啊飘撇，看来我捌一寡遮个阿妹啊唔捌个代志，阿妹啊来对安尼，我拢安尼甲讲。所以讲即马上新有一个叫做即个台中个团吼，叫血肉果汁机。会吧，国家，伊也有华语好个名，所以讲即个犯罪台语也是较歹读。要唔过伊即马上新的歌，规个拢是用台语的对的字来写，
啊，看起来就真正足笑的，因为迄字哦，你着中国人拢读袂出来，中国人真正拢看无，迄字绝对中国人看无，伊毋知影遮个但是拢看有啦，豆芽看无啦。所以讲，这我感觉这嘛是一种台湾独立的一种过程，文化的独立嘛。你这包括新加坡的人，伊嘛无甲咱用的这个葫芦话台语的字嘛有共款啦，因为伊无真正的这正字的这个过程。啊，咱因为有这个杜振胜老师吼，这个人伫这个阿扁啊做执政的时阵吼，有一寡这个迄落台面下工作，不是啊，伊有建立这个大家一个共识吼，啊，大家来共识，啊，大家来做伙，甲一个较大家上基本的共识的这个字会当来推散，哎，是，啊，所以讲这个字就会连新加坡的朋友伊嘛看无啊。我就感觉讲这有的时阵，咱来讲吼，啊，你讲这嘛是即落中国的闽南语，啊，甲是讲新加坡啊、马来西亚嘛有人讲这相像的话吼，但是咱先家己整理好势，啊，伊要来对拢会足好个嘛，啊，伊无爱来对嘛，甲咱无关系啊，对无？啊，咱至少咱有对的字，的时阵咱独立嘛，咱连文化就开始独立嘛。啊，我只是讲吼，啊，但是伫即个创作的过程中，我就讲，一直是讲，我拢唔是用迄种吼。就是为着台湾的方式来讲，我拢是讲哦，你包括你要写好歌，你安怎你的歌听起来会较甲别人无同款哦。迄是我带来第二部分，咱来讲的。我想我先讲到这，我嘿，你有袂冻袂掉啊？好好讲台湾话粉丝的诶，迄个班主，所以我就甲大家分享一寡甲即个粉丝的有关的代志。其实家己有囡仔，我当然嘛无希望。我会想着讲要保护囡仔的迄个粉丝观，所以我本来是无要创即个粉丝页。啊，我感觉就是我自阿未有囡仔进前，我是足久才有囡仔，啊阿未有囡仔前，我就想讲，我若有囡仔，我一定会甲伊讲台湾话。那个我就囡仔，啊，我就是住，伊还未出世，我就甲伊讲台湾话。啊，到即摆还阁是一直甲伊讲台湾话。啊，本来就是，甲我拢铺喺我家己的面册，甲你朋友看。啊，但是朋友的朋友也是亲戚，伊想要看，伊都唔是我的连友啊。啊，接尾啊才讲好啦，啊，无我创一个即个粉丝页，让大家看讲，伊是囡仔，台湾人，就是台湾囡仔讲台湾话就是安尼啊，这是足普通的代志，所以我袂来遮。创这个粉丝页安尼，啊，我可甲大家讲，一寡讲我常常拄到的代志，因为我带囡仔出去讲台话，我常常拄到一寡代志，譬如讲上常拄到就是坐计程车，吼，因为带囡仔就常常坐计程车较方便。啊，我常常拄到就是讲司机来讲啊，即摆足久无听到囡仔讲台话啊啦，啊，无就是有讲，哎，这囡仔讲台话足好听的，等等。啊！但是我就会我就会甲讲啊，对啊，因为即摆大家拢无咧讲啊。啊，到落车的时阵，迄司机就会甲伊讲：“妹妹，你好棒哦！”安尼。啊，虽然咧过年，用伊伊甲我讲，对啊，即摆拢无咧讲吼。啊，台湾用你写讲台湾话啊，直讲。啊，看着妹妹就是搁甲伊讲话句。迄就是咱即摆的情形，包括我即摆有几啊在场的是，就是朋友来甲我讲话，嘛是拢甲我讲话，我唔知。好几摆见面啦，拢会跟我讲，我讲我可以跟他照相吗？妹妹，我可以跟你照相吗？就是咱即摆感觉，敢若台湾话，敢若甲老人咧讲。我搁摆拄过讲，搁有人问我讲吼，问我讲，有一摆我出来，搁有人问我讲，啊你住喺度？啊我就讲，啊我就住喺遮。尾后我就想着讲，因为伊问我这个代志，想讲伊想讲，我是下岗啦，啊我唔是。啊，伊佫有摆嘛，有人问我讲，啊，伊是毋是阿公阿嬷娶的？啊，嘛毋是，是我甲伊讲。啊，我佫甚至讲，伫咧即个粉丝页啊，我知影你有人看过。佫有人啊吼，有人啊有人会留言讲，阿嬷很用心哦，阿明天天都看咧。啊，我佫爱，毋知是我听的种老还是安怎吼？啊，我嘛是爱甲讲，哦，这毋是阿嬷哦，因为我佫会爸爸甲妈妈拢认为，但话毋是干呐。希望大家嘛来多多来支持，大家嘛踮咧厝内吼，爱教你的囡仔讲台话安尼。所以，这就是反映一寡，即摆大家对台湾话就是已经变成一种敢若既定印象，就是
反射性的讲台湾话，就是老人在咧讲，无读书的在咧讲，啊无就是讲台湾话，干来咱讲一寡特定的代志，比如讲古早的代志啦，啊是就是历史啦，啊无就是传统啦，啊干那都无想着讲伊是应该是一个活的。我的语言，啊，搁另外一个就是啊，袂呢，啊，搁吼，啊，搁吼，啊，搁是搁拄过讲有诶家长吼，伊会支持讲啊，对呢，甲大家甲囡仔讲台湾情况，因为以后去学校都还在考试哦，这样以后去学校就不用担心了嘛呢。啊，我感觉讲台湾话吼，其实是你去学校学起拢无自然，但是至少会当说明一点，就是讲你学校就是一定要。即个一定爱了学校吼教啊，即个即卖即个家长个才会去重视安尼，啊，才感觉足无奈，啊无奈，啊，毋过即就是现实的代志安尼。啊，我即卖红心兵，啊对，啊这是我讲个啦，啊吼，啊我嘛拄过有人对我吼就冷言冷语安尼啦，讲无效啦，啊讲闲话无效啦，后摆去学校就袂晓讲啦，啊我甚至拄过。就是上无好诶吼，就是我带伊出去，我毋知讲一个啥物物件，我袂记。啊，迄个物件诶话语，啊，阮好婆袂晓讲啊，啊，所以迄个在场诶另外一个大人甲阮好婆就袂晓应啊，因迄个大人是话语甲伊讲，啊，好婆当然嘛会晓讲话语，伊有去读书嘛。其实咧台湾无去读书嘛，是一定会晓讲话语。啊，反正迄摆就是迄个大人甲问伊袂晓应，啊，迄个大人边仔迄个阿嬷哦，是阿嬷就是。意思伊讲，你看就是嘛，因为伊妈妈拢甲伊讲台湾，所以伊拢袂晓。安尼啊，讲学台湾无效啦。大概就是我拄到的就是即挂情形，但是迄挂我来，但是其实对我来讲是无啥物影响着。反正我就是要甲我囡仔讲台湾，台湾就是可以接触自然的。不过我是要劝大家，毋是卖讲劝，就是讲我想要希望讲借即个机会甲大家讲。你若是会晓讲台湾话，你遮大家拢嘛会晓讲啊吼。你着拄着少年，拄着恁厝内个囡仔，不管是你个囡仔，还是你以后个囡仔，还是你个孙，拢爱甲伊讲台湾话。伊即摆变作要讲台湾话，爱真有意识，无你定咱定定就会很自然的就会去甲囡仔讲话语。所以你看你即摆行落来，台湾话已经是阿公阿嬷拄起，阿公阿嬷拄认识做台湾国语。对咯，即摆阿公阿嬷拢个差不多六十几岁，阿公阿嬷甚至七十岁，阿公阿嬷真侪拢是甲因孙讲迄落台湾华语，但无台湾国语，佫毋是台湾华语，就台湾国语啊。讲了安尼，敢有较好？如果迄个阿公阿嬷是认为讲迄落华语，感觉讲华语是以后去学校讲的，所以伊啊甲伊个孙加讲，若是安尼。啊，伊只讲台湾国语去学校，毋是阁较歹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是恁想较侪，就是为着你个囡仔，伫咧台湾生活，就算讲无去读书，就算个囡仔嘛是一定拢会晓讲华语。啊，台湾话一定虽然学校有教，但是咱踮咧厝个就开始甲伊讲，伊就自然就讲起来，是较简单。而且我常常甲人讲台湾话，啊，又阁捌拄过一种吼，就是人讲。哦，这么小就会讲台语啊，好棒哦！啊，我就想讲，啊，无伊是较大汉就开始了讲，遐毋是话讲话啊，遐个就是拄到一寡代志，遐就是，遐是讲即摆台湾人敢若看待即个台湾话，无就敢若外国话啦，啊无就是老人的话啦，无读书的人咧讲的话啦。啊，所以我常常讲，咱会晓讲台湾话，咱在座的各位应该是身体力行，咱就是以。咱会当影响的人，就是听伊讲，而且这是足简单的代志。我常常甲伊个人讲，就是支持我的一种做法的人讲，讲台湾话吼，对囡仔来讲，伊毋是啥物事半功倍，伊根本就事半功倍，伊根本就无学啊。伊就是，你著甲伊讲，伊就会晓讲啊。甚至其实我最近感觉，好无台湾话是比我较好，因为我想伊是用台湾话咧思考，啊，我甲菲律宾同款就是。我比 Freddy 加几岁啊？啊，不过我诶，小学时阵已经无老师罚钱啊，可见我迄个时阵已经规个拢变过啊。我比伊变较早，因为我是读台北市内小学，我完全毋捌听过老师讲不能说方言这种代志。早就无咧讲啊，迄个时阵是1990
1976年，迄阵，阮学校就无啥有这个问题。啊，当我是读卫生国小。哦，那也较好，我是读中校国小。我想只是現在在台灣想要開嘴說台灣，變成你要自己提醒你自己說，哦，對哦，我現在要說台灣，你要頭一前幾次你要自己提醒，讓它變成你要養成一個新的習慣，就是說台灣話，不是只有對老人說，不是只有對你感覺會感覺說。啊，而且我最近也在想，就是說我們怎麼大家都說台灣話，而且每項都說台灣話，所以不是只有古早的事情才會說，我們可以用台灣說人權的事情，啊，台灣也不是只有說政治，我們可以說科學的事情，說藝術，這樣這個語言而且可以變成一個很完整的語言。啊，我想這部分請問到這裡，謝謝。我有很深的這個感受，不同的這個經驗，因为我上面有一块歌叫做《红军》吼，英语叫做《帕卡奥》，就是英语是用高雄的这个木管音吼，就是打高雄来写。啊，外国的这个歌迷吼，哦，这张新的唱片，因为阿辉老师真正人就好，一直叫我讲爱先煞来一路推广一下，来广告一下。上面的新的唱片叫做《失窃千里》吼，内底嘛有。就是这个是民谣版的，民谣版，所以讲听起来较好入喉啦，就是较袂遐变变变变吼，听袂落安尼，这就是较嘛会当对得起。啊，内底有一块歌，啊，这块歌是足侪国外的乐队拢会晓唱，日本人啦、阿东啊，迄落澳洲人、美国人拢会晓唱，迄台语的迄个部分拢会晓唱。啊，所以讲迄个新闻倒来台湾了。回来台湾了后，迄新闻包括 TVBS 啦、中天啦、等等遮个吼年代啦，等等啊，遮拢是用讲吼，即、這个 Freddie 为着要推上台语吼，特别用台语来写歌，啊，搁推上去国外，互国外个乐迷来唱，就真正足爱台湾，来写。啊，我看了后，当然我啊，就是你安尼讲，当然吼，就是讲嘛是算是讲。伊要怎讲，甲我赞声啦。但是我感觉这个想，这个讲法就足无道理。我后来我去足侪这个国中吼、高中啊、大学演讲的时阵，啊，遐个学生囡仔，我若对因演讲吼要分享一寡台，我拢会想放遐个新闻的画面互伊看。看出了，我拢会甲问讲吼，遐个少年囡仔，我问讲你看这新闻，你有感觉足奇怪？伊拢袂。你会感觉足奇怪，还是你袂感觉足奇怪？就是迄新闻是讲哦，闪灵为着要推散台语吼，特别用台湾歌，为着爱台湾、爱台湾话吼，特别用台湾台语来写歌，来去，互即个阿杜啊来去学台湾话安尼。你敢有感觉？你安尼个新闻的讲法，你袂感觉奇怪？对啊，我就是讲啊，少年囡仔袂感觉奇怪哦，伊讲拢感觉讲，哎，少年本来就爱台湾的啊，你为着爱台湾来写台湾话，这敢有唔对啊？去推散台语去哦，啊，都来听这，本来就是安尼啊，哦，爱台湾上好安尼。我讲哦，我就甲问，我问讲，安尼这个有一个韩国的团体有来台湾表演，叫做少女时代嘛。我问讲啊，因来唱韩语，你袂感觉就因为着爱韩国？也是为着即个要推销韩国话，吼，也是讲前一阵仔嘛有即个，常常都嘛有日本的即个团体，也是艺人来表演嘛，对无？啊，拢嘛唱日本话，伊是为着爱日本，为着要推销日本话，所以讲来唱日本话，咁安尼。也是讲Lady Gaga毋是吼，即个何志强邀请来台中表演，啊，伊拢唱英语，也是为着要推销英语，才写歌用英语来写，咁安尼。
拢唔是嘛，迄就足自然嘛。所以讲，我讲台湾人用台湾话写歌，这本来是一个足自然的代志。啊，即马吼，像咱这种希望恢复这种自然尔吼，唔是讲一定要为着外来，要外来推广这个语言，就是希望自然尔啦。台湾人讲台湾话写台湾歌，写台湾字，才自然尔。啊你开始做了，但是所有的这个外口的人吼，伊会把你当作足无自然。你一定是太过爱台湾才安尼，要无一般的台湾人袂安尼。一般的台湾人唔免讲台湾话，一般的台湾人嘛唔免写台湾文字，一般的台湾人嘛唔免写台湾歌，是干那太过爱台湾哦，爱甲无正常的才安尼。真正啊，所以我都啊，但是我即嘛一讲了后，当然，迄个时阵，迄台下的遐学生囡仔，伊就听有用，讲听有用，对啊，你新闻报起来足奇怪。我讲对，但是你一自然，你就袂感觉奇怪。是安怎你看的时候，你袂感觉奇怪？因为你已经心肝内已经先把台湾话当作是你袂使用的语言，你先把当作迄是较无较有的时阵较低关注的嘛，有可能哦，你把当作较就是迄落较无水准的人去讲的，也是讲即个一般你来即个官方的即个场合的时阵，无可能去用即个。所以讲已经拢惯习，就是可能是伤过爱台湾的人才安尼啊，要无一般人袂安尼。啊，我感觉我的想法拄好变倒变，就是我是要恢复变做一个正常人。一般的人无正常，一般的人当作台湾人讲台湾话是无正常的。啊，我是感觉台湾人讲台湾最正常的是台湾人不爱讲台湾话，而且无正常。所以讲，我大概去讲，因去演讲去学遐少年啊分享阮写歌的时阵，我拢一直甲讲，我讲我是要变作一个正常人，就亲像你讲遐韩国的歌星啦，即、這个日本的歌星，还是讲美国的歌星来唱伊家己的母语同款，我就是要变作甲因同款正常。要无你这种新闻传出去，就当。外国人看无，我来讲嘛。外国人若看讲台湾人唱台湾话的歌，台湾人拢甲当作因为受过爱台湾才要唱。你想看嘛？啊，外国人伊敢看有这种新闻，然后甲犯罪引起，伊敢看有？绝对看无的嘛。因为对因来讲，因讲伊家己国家的语言，这是足正常的代志。哪有一个国家的人讲伊家己国家的语言，迄是因为受过爱伊的国家？这无人想有诶啦，所以我也讲，即、这个咱家己，我讲有诶时阵哦，咱互国民党骨甲小可心理变态，就是安尼，就是你已经足歹转去你迄个自然迄个状况，对啊，扭曲，你著变作拢永远拢无自然。你若譬如讲即个，你若用台湾的故事来写即、这个来拍电影，咱会讲当作讲哦，这一定是足爱台湾，就安尼，要无你拢要拍成。用三国啦，要无就即个《水浒传》啦，对不？什么拍电影《赤壁》啦，啊，若要做即个 video game， 迄个叫啥？电玩，迄种的时阵，伊若要去推上去欧美的迄种，就爱做即个圆桌武士啦，对不？啊，你若用台湾的故事来写，人伊就讲哇，这两个一定是想要爱台湾，要无正常的台湾人会安尼。你拢变作规个台湾人，拢变作无正常的，我讲心理就互扭曲就是安尼。啊，这就是我感觉，我是要干呐要爱正常化，我唔是要叫大家，我唔是要去号召这个少年仔来讲，大家来爱台湾哦，大家来，唔是，大家来做正常人，安尼就好啦。啊，你做正常人先，会当来吼自然来讲台湾话，这是足正常。台湾人讲台湾话，要甲讲个自然。啊，等于你就是转去到，这个。转去到迄落国民党阿袂甲你扭曲你的这个语言，甲你的迄、那个。状态了会进行嘛？你甲变作正常安尼就好啦。啊，我其实头拄仔第二点是我要分享的是讲吼，我常常甲台湾伫写歌的人，这是真正，这毋是为着讲吼要骗伊来写台湾话啦，这是真正，就是讲吼，足侪台湾的这个乐团吼，还佫有歌手吼，我伫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时候，伊拢会问讲啊，啥物是国外？你这种有台湾气味的这种 heavy metal， 佮是安怎写？像那，你因为我足侪朋友，伊国外安怎写？譬如讲吼，我足侪这种 heavy metal band 伫台湾的、台中的、台北的吼，伊国外安怎写？听起来就足澳洲的。拢会问我讲，迄种 melody 是安怎写？啊，我拢会甲鼓掌。我讲你爱成功，台语你就了写。
迄毋是为着要甲骗，毋是，迄是真正的。我这两三张唱片吼，愈写愈有迄种台湾味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开始用台语来写歌，开始尽量会当认识来去用台语来思考。譬如讲，我就讲，同款吼，我要来即个广告，即个即张唱片，内底第一块歌叫做《残枝》吼，《残枝》就是残枝啊，残枝残留落来的，残留落来的即个树枝吼。在伊迄是写即个赛德克族吼，作即个内底一个故事。啊，重要是迄个副歌chorus 的所在吼，伊歌词是，歌词是，迄个乌云惹天，惹天雾迷离。啊，像即种歌词你写出来了后，你其实迄个 melody 就足好写，你就会写乌云惹天雾迷离。披落叶真残枝，踏无路见无明，轻叫断魂无止。你规个因为你迄个 melody 是对，是甲即个台语的即个韵伫写，迄个感觉，迄个拢是用台语，因为你会晓念，所以要用即、這个。感觉来去写迄个物，这足重要。我都一直甲遮个少年仔我讲吼，你都用台语来写词，要不你像我实在足侪台湾团哦，伊也是用英语来写，因为你听 heavy metal 的时阵，一开始拢听欧美的团。啊，你用英语来写，你是要哪写头段迄种 melody？ 迄无可能的啦。包括风军嘛是安尼嘛，风军内底的迄个 chorus 是大江起风涌，东东南枝要出征。气势撼动他脚步，坐开向你我前程。啊，这种这个 melody 会出来，是因为台语本来安尼读啊，对不？你袂写颠倒病嘛，你袂写，你若大江起风涌，你袂写变作大江起风涌，啊，你就听无，大家拢听无嘛。所以讲，你若会晓讲台语了后，你就会当写出有台湾味的迄个 melody。我就一直安尼甲台，我足侪吼，我足侪只个。迄啰歌手啦，加迄啰，包括毋是干呐台语哦、喔，我连迄啰一挂朋友吼，大家毋知有听有一个不哩啊有名的台湾团叫做 TZ Back， TZ Back 因拢用一般用华语甲英语伫写，啊迄个主唱哦，迄个歌手查某囡仔叫做陈慧婷哦、喔，伊是客人，处理拢讲客话，啊伊一直无法度找着迄个突破的迄个点哦、喔。我就一直讲，你即摆转去讲客话，你细汉时阵，讲你就去讲客话，讲好认得。那会晓讲了后吼，你开始会写的 melody 就袂遐尼澳洲啦。伊拢写迄种足澳洲的，啊，结果伊拢讲足歹突破。我讲下当要突破的方式，就是你开始转去讲你的母语。你规个写，因为你想法、你甲思考、你甲写歌拢用母语了后，你会写出来 melody 就甲你完全无同。所以讲，我一直是用这个方式，这不是有的时阵吼，我也感觉讲是不是去讲迄啰用骗的吼，骗术去叫人来写来学台湾话吼，其实不是安尼，其实这是真正就是你因为会晓讲遮的话，啊用遮的话用台湾话来去写词了吼，你去配遮的词来写的曲，就一定是有台湾味的曲，啊这就是其他用其他语言的人伊袂了用的。欧美的人，伊我去甲遐欧洲的同学，伊分享的时候，我嘛讲啊，伊来感觉讲，啊，恁安尼是安怎写的？哪会写到遮有台湾味？但即无同款的台湾味。我讲这是足简单，因为我台湾人，所以我就安尼写。那台湾人袂晓讲台湾话，当然嘛袂安尼写，所以我就甲遐的台湾的朋友嘛，迄个歌手的朋友啦，甲遮个乐团的朋友嘛，是安尼讲。其实你就是先练会晓讲，伊迄袂，迄毋是讲足，迄袂讲。足好个啦，我是感觉讲足紧就会晓。你若细汉个时阵就会晓讲吼，其实你足紧就会当搁练起来。虽然讲你即个思考个方式，你可能因为伫学校吼，讲句也是用华语思考，但是你要开始惯习讲台语吼，开始愈来愈惯习用台语来思考，其实你足紧个，你差不多半年一年足紧就转来。啊，你莫先想讲无可能，你着先去试，啊先勇敢去讲，先有勇气来去讲家己个母语，我感觉最重要。好，安尼我第二个部分嘛讲完，你也是。
你一定讲着讲，你是台湾人，你就会晓做出较有台，会晓做台湾话，就通讲做出较有台湾味的歌嘛。啊，其实我就常常想着讲，咱台湾人即款足爱讲国际话，国际话，啊，敢若讲会晓讲英文就国际话。我常常甲即款人，我若听到，我就甲伊讲国际话。你是国，先有国才有坐啊，因为迄个坐是一个附加上去的词嘛。你若无 national， 你 international， 你 inter 你是要加去倒位？所以你要先有国，才有国坐，这是足简单的观念。迄个国 national 是民族国家啊，所以就是你有家己这个国家的这个有特色的语言，而且因为这个语言是在地，所以伊才会当表现你在地的文化。所以咱即摆去快炒店，你看迄透抽啦、A 菜啦，即款物拢是贵价卖啦，伊原本就是无嘛，对无？啊，到中卷，啊，写到中卷，迄明明是缩梗，啊，明明是因为有一款口音叫做小梗，伊就改写小卷，啊，小卷就变成再活化变中卷，敢若较大尾就变中卷，啊，伊是毋是安尼啊？有缩梗啊，有回击啊，有透抽啊，缩梗佫有无同个口音，有人讲小梗，有人讲小梗啊。对哇，应该是安尼嘛，所以你就会当看到讲华语就唔是只在地的语言。当然，你会当讲，哎，无啊，华语伫咧台湾嘛六十几年啊，所以哎，七十年啊，啊，所以伊当然伫咧台湾，伊嘛是发展出甲中国无同的口音，啊，不过还佫是足通的啊。你讲我伫咧台湾已经足久的时间，伊当然嘛会当，较会当欢迎咱台湾的迄个文化，啊，就是伫咧台湾一直成长。啊，搁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吼，我就感觉讲，大家来看华语甲台湾话，即摆拢台湾华语虽然讲，感觉讲哦，敢若像真侪人咧讲，但是你想看卖，咱常咧讲一个语言内面，伊的俗语甲谚是谚语啦。俗语，咱会讲哦，是这个语言的精华。但是咱想看卖，台湾的华语，华语来到台湾了后，咱是有发展出什么？台湾华语家己的谚语，俗语敢若无，敢若除了这两句，就是，这是为台湾的，一句，宁可相信叉叉叉的，因为是嘛是台湾的，第一卖台湾，对啊，就敢若无台湾华语，大家感觉讲哦，台湾人即摆拢讲华语啊，那我也是讲台语，华语也是我的母语啊，拢安尼讲啊，但是华语伫咧台湾这个社会，伊都无发展出一个精华啊。但是台湾话嘛无精华，台湾话你看咱搁会听着讲，食糖、食糖、食铁，搁食阿鲁米，迄是战后迄个时阵的话。迄个时代的台湾人还搁是咧，迄个时代还搁是台湾话的时代，啊，所以华语还袂甲规个台湾甲并起。啊，但是嘛，台湾并起来变作华语嘛是第二语言，啊，台湾话嘛变作毋是只咱，毋是即个社会的迄个母语，啊，就是，哎，就很奇怪啊，就感觉讲。安尼，咱遮人到底是咧讲啥物话？其实台湾话还阁是，即摆咱在座啊，台湾话还阁是真，还阁是有一挂人咧讲，但是就是咱爱赶紧，爱较紧的把即挂，伫要就是愈来愈少人咧讲，咱愈侪人紧家己搁家己捡转来，搁家己讲倒转来。啊，过来就是，搁有一个我想到的代志，就是，搁有当啊拄到人讲，我就刚拄啊。有一个得奖的人讲，爱定定甲人讲，这个物件台湾安怎讲，也是你爱定定加讲台湾。我有感觉嘛是安尼讲，迄个我拄着，啊，甲我差不多岁人，我会甲讲，啊，你伫厝甲你囡仔讲台湾无？也是讲你家己的祖母，你嘛是客人。啊，然后拄着有孙女，我嘛会甲伊讲，啊，你来甲你的孙讲台湾无安尼？啊，我定拄着有人，因为伊知影我的立场，所以有的就会听讲歹势，就讲啊，有啦有人在讲啦，就是两种都有说这样。啊，要甲大家提，嘛袂当提醒，就是讲，以我的经验，伊若两种拢讲，其实就是拢讲华语。你加加是几句啊咧讲台湾话，啊，若是几个词讲台湾，安尼，你这个囡仔，伊学着台湾就是简单，很简单啊，迄几个词。但是对这个囡仔来讲，这个话，这个语言，伊就毋是一个完整的语言。所以我真就是。这是我家己，嘛毋是我的，是我想着，我看着，所以我真希望大家将来也是伊妈，即摆你有机会，咱甲少年人讲台湾话，你甲伊讲完整的话，啊，你无惊讲啊，可是他可能会听不懂的，你有试看嘛，甲伊讲，十个有九个拢嘛拢都听得懂，啊，伫咱个，就是常常感觉，家己感觉台湾话较输人安尼，其实毋是安尼，啊，再来就是有一点，我嘛常常甲少年人讲。
恁其实即摆就是甲菲力共款，就是有当爱嘛，袂当讲甲骗，就是爱甲伊讲讲台湾话，其实有好处啊。毋是干呐讲哦，我是台湾人，我爱讲台湾话。啊，即块嘞讲块对伊来讲，伊就感觉讲我是台湾人，可是我说华语，我说国语，跟大陆人也不一样啊。伊可能就会安尼讲。啊，所以我就定定甲伊讲，你即摆咧台湾，你会当讲华语，当然嘛无啥了不起。啊，你安讲英文，你去找头路。也讲因为人足多，但是会晓台湾话人变做变到足少。我你看足侪人爱去考空姐，因为空姐迄摆因大家拢会晓，但是台湾话，甚至空姐你去考空姐、空服员，迄英文阁有补习班，啊台湾话阁有补习班，啊但是你安讲台湾话你是加分的啊，对对吧？所以我就是会甲因就即寡较现实的状况，啊甲因讲，啊希望讲用这种角度对少年人来讲，伊可能开朗。会当接受，啊，搁来就是，哦，讲到迄个台湾人讲台湾话吼，即摆真侪台湾出国，啊，大家拢最爱去日本，啊，真侪人在来讲，就是讲啊，拢出侪中国人，啊，啥物，就是足惊迄个去互当作是中国人，啊，我就常常甲因讲，啊，你着讲台湾话，你着袂当作是中国人啊，啊，着常常拄着我拄仔讲伊款人，伊着讲。高山的讲，可是我们讲的国语跟他们听起来也不一样啊。啊，搁未来搁自欺欺人说，那个穿着打扮也不一样啊。啊，你穿着打扮，你讲你刚来人穿了松松啊，无人家也是越穿越好看啊。底下常常穿了比咱较好看。啊，讲听起来不一样，我就甲你讲，你听起来不一样，那是前提是你是会晓讲华语的啦，你是。华语这个口外人，伊阁会当分讲是中国的还是台湾的？我就听人问伊讲，啊无你若行迄路，你听到一个人讲德国话，是讲你讲听会出来讲啊，迄个是德国话。啊你头一个反应会想着讲伊是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？当然，歹听到德国话，就直接想到就是德国人嘛。啊，但奥地利人嘛讲德国话啊。好，所以就是我感觉若是对，咱若是。想要吼，搁较侪少年人，甲咱同款会晓讲台湾话，除了家己讲较硬的、较软的，莫甲伊讲啊吼，不管就威胁利诱拢来啊，威胁利然后利诱嘛来哈，啊这利诱我无真快，就是讲第一就是你找头路，其实嘛较好找；第二就是讲你较袂互当作是中国人，吼，除非讲伊就想要当作是中国人，啊是讲。啊！你毋是中国人，就毋是中国人。就算讲你想要互当作中，即款心态嘛是怪怪。不管是倒一国人，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是台湾人。不管你是讲我足骄傲做台湾人，还是讲我感觉足见笑做台湾人，你有你，你就是台湾人。毋免想要去做别款人，你是啥，你就是啥。安尼，好，啊，即部分就是讲到遮。咱上尾啊，就是迄路到迄路，应该是到四点半时阵来 Q&A 嘛，所以讲会当讲几句安尼吼。就是安尼，我就过来讲过好啊。咱是现场有 CD 嘛，有老师嘛，有册嘛。这本册我相信有一挂人应该知影，就是正好578天吼。这就是结束，我想讲很快。就是。这本册上重要的是这内底的这个对话吼，这是小说吼，小说啊内底的对话拢是用台语文写，啊这个作者甲其实伊是用鲜明的这个音乐唱片内底的故事，就是战争前后的这个故事，包括战争台湾人去做兵嘛吼，去南洋，迄落烧台嘛吼，啊过来到后壁这个战后国民党来了后，啊上主要这个主角是一个。就是单机啦，一个单机啊，伊因为伊的朋友吼，拢加入这个就是民兵，去甲国民党二八了后，甲国民党相战，所以讲这个单机伊就用这个伊就去地甲，希望会当偷这个生死簿啦，来去解台湾人的命运，因为伊的朋友拢开始一个红台戏安尼，啊尤其是。所以讲，伊希望讲用这个伊家己有的这个方式来去救台湾啦的故事。所以讲，伊算是一个伊今仔日成品吼，是用控制的这个奇幻小说来的。所以讲，袂歹，就是讲你会当拍入去一般的人，这伊毋是控制这种吼，比如讲啥物，即落较本土的迄个部分，伊是控制两种部分，一个是控制艺人册啦，
因为这是甲乡邻的故事分配，所以放伫个以下的册啦。啊，另外就是放伫这个奇幻小说的部分，啊，内底拢是用台语文来写。所以我那大家朋友吼，那想要读这本册，还是讲有家己的这个囡仔还是孙仔吼，应该拢会足爱看，因为这内底拢是奇幻故事。啊，甲即个魔神啊啦、地角啊，啊，甲神啊、鬼啊，安尼相拍，还阁讲不懂，哎，所以讲这是一个我感觉足不哩啊刺激的一个故事。啊，但是伊读的时候看到这个对话的时阵哦，即嘛就真像头拄仔讲的，就是讲咱这个囡仔其实伊嘛听有，伊嘛伊你若叫伊讲，伊嘛是应该是讲会出几句啊安尼啊。但是伊来读这本册的时阵，伊就会当把伊会晓的遐台语甲字读。伊看这个字，伊会当搁去想讲，哎，这个字其实就是啥物，迄个台语是讲啥，是去讲啥。啊，我感觉这是，没有人讲这嘛，不是讲为着在推撒台湾话啦。我感觉我就是为着。安尼较正常尔，就是你若讲着对话的部分，你写台湾话，佮佫写一个外国词出来，台湾话就足奇怪嘛。啊，这是写最后迄几冬的故事。啊，你遐迄当时大部分人讲台语嘛，所以讲台湾话，所以讲迄个对话一定爱台湾话。啊，你若拢用准的，你家己想的用准的去写，你我感觉着你这本册要怎留的对无？你这拢毋是大家有这个共识的这个字嘛，所以讲。迄个时阵嘛是拜托迄个阿辉老师来到家己个字吼，甲写甲敲好正确安尼。我是讲，即马，对，为较早个时阵，啥物事感觉讲就是较政治，到即两冬吼，其实拢会感觉讲，同款足政治个啦，我拢要出来参选，那有参选啦，那有无政治？但我是讲吼，会搁较好，感觉讲伫推撒台湾话个原因，其实拢是因为实在阿辉老师吼，啊包括即个创作个唱片啦，甲写册等等，拢用正确个即个台湾语来写，其实拢嘛是算是对我来讲，规个即个创作个即个应该安怎讲？不管讲启发啦，抑是讲灵感啦，抑是讲足济。资料啦，跟电脑想法，这拢是因为用台语来思考来创作了后，其实我家己感觉，讲我家己的这个成长足济，啊，所以讲这两三张唱片伫国外的这个口碑拢足好个，啊，你看遐个分数啦，等等排行榜啦，啥物拢足好个，啊，我嘛感觉讲其实这是甲台湾的有关系，啊，即嘛这本册，今年应该嘛会伫日本发行日本版。啊，迄、那个对话的部分，大部分嘛是保留即个台湾话，所以讲无定着一寡日本人会更加会晓讲，嘛袂歹。好，安尼我讲过煞，歹势。你不煮我看过呢、我看了，我其实毋是一个足爱看小说啦，啊，毋过真好看，我一直看，一直看个，就是咧带囡仔中间，我就是提一本啊，就看了，啊，就是确实就是甲过你讲同款，就是真。我想到看的路是，因我就感觉讲，看我有看到在看有足侪画面的，而且有足侪段话，迄个对话，啊哪看哪读，啊搁看伊，就敢那咧看电影，看啥感觉真，蛮有蛮足推荐的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跟人讲一个代志就好，也是，我记我以前拄到一个学音乐，就是音乐系的人，伊就甲我讲，伊迄阵是选迄个声乐。哎，我想着选声乐，因为伊感觉讲，哎，伊随时就会当表演，用恁体格，伊出来就随身携带。啊，同款的讲用舞的，我定咧看啥物选美啊，啥物比赛，我会讲哦，爱穿啥物有民族色彩的服装啊，食啥物民族色彩的食物啦，啥。啊，好好来，你嘛定定啥物国际之外，大概就是提到咧用迄个所在的迄个食物。但是我感觉即款拢爱传的啊，啊，但是你若当讲。有你家己特色的即、這个 nation 的特色的话，你著随身携带。你安尼，你搁较安怎穿？敢若敢若中国人，人就讲你是敢若中，袂讲你是中国人。穿敢若敢若日本款，你嘛是台湾人，因为你著是讲即个所在话。好，以上两个朋友。我甲你讲，过来吼，有一个人专门要来问问题。我的偶像是啊，还有一个咱吼，我刚才讲啥？我是要问啥？啊，你刚才讲，咱就要过来啊？没，我就过来啊。
我先叫弗雷迪问一个问题。哈哈哈哈哈！长期长期的迄个心中的疑问，我觉得同好。有解释，有解释。来，我来听，因为阮伫楼顶个区个开啊，全足无聊。啊，请问这个弗雷迪老师啊，我吼，甲大家报告一下啦，迄、那个弗雷迪足古锥，讲足早以前啊，弗雷迪就有一个迄、那个足古早的三年的专辑嘛，啊，内底拢是迄个文言文的代志啊，吼，啊，弗雷迪就足客气啊，就客户讲，诶，朱老师，迄、那个阮写这吼，迄、那个歌词写了足好。我我真细汉甲大汉拢讲台语，啊，伫大学时代嘛学真侪老师啊，吼，东啊学西啊学啊，大家无啥共款啦吼。啊，所以弗雷迪咧学台语的过程，凡是他都有讲到，无一定啦吼。但是我可能会当代表一个台语已经足老的人发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有真侪字，即是安尼讲，遐是安尼讲，其实无一个标准吼。啊，老实讲，即摆 Freddy 内底伊咧用的台语，最近 Freddy 迄个改写规程出迄个 acoustic 嘛吼，所以咱听较有啦，较无遐困难啦吼。啊，特别较早困难的时阵，遐发音吼，还是遐用字到底即款来使用台语有适当无适当，话术适当无适当吼。对我来讲，一日敢讲台语，啊，真细汉嘛，就受真多台语教育，啊，大学时代佫特别去学的人吼，拢无从判断起吼。安尼时阵，这种情形之下，是不是咱有啥物？当然，这是可能真个所在有甲弗雷迪请问过吼啊，请弗雷迪甲阮这个台语足好的人，有哪指示一个、指导一个，讲咱未来吼，变哪个再向前吼，啊个向顶端，啊哪个再增长这个功力啦？到目前为止，弗雷迪的歌我拢真认真看，啊，我嘛是还佫有一歌吼。嘛，无辨别讲到底，安尼使用正确无正确，安尼发音有正确无正确。啊，当然弗雷迪有足厉害的迄个陈鸿辉老师吼，啊，是毋是你所有的迄个资料，那样样了是经过阿辉来检查，阿辉检查哪正确，就是正确，还是佫有其他的可能啦吼？即、啊、我想请，我迄个吼，即、這个问题其实，自我知影，我第一张台语的唱片就是迄个《永劫轮回》嘛。迄张第三张，啊，迄张嘛有着迄个金曲奖嘛。啊，迄张其实我家己即摆嘛，当然那回头来看，其实我是感觉迄台语足侪所在拢有问题。哦，迄阵无特别。迄阵无，迄阵迄个时阵还无熟悉阿辉老师，啊，迄个拢家己想的。但是我就头头讲，伊拢家己准的，家己准的，对啊。比如讲讨论有影讲台语短。短片、短片，对啊，精算啊，精算嘛，我唔知嘛，用是用准，自由新政啊，你准啊呢？啊，所以迄内底可能有一寡唔对哦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一直到这个应该是后来，应该是高沙君一张的时阵就开始跟阿辉老师有接洽啊，请阿辉老师到三港的。迄张进前有一张迄个实践。十点，啊，迄就是，迄张就是家己用准的上尾张啊。啊，过来就是拢有阿辉老师到三堂。啊，即卖我即卖标准是啥？我即卖标准就是杜正成的迄套，就是较伊去想办法用正，即、這个伊家己正低的力量去甲大家迄、那个无同款的老师学者的迄落字吼，甲整合起来迄套。啊，我拢用迄个教育部的迄个字典啊。但是我嘛唔敢讲迄上对啦，至少迄我是会拄着讲，是经过阿辉老师检查过了吼，咱就感觉100%无问题啊嘛，吼。但是对，但是
反正恁这阵拢杀好伊就对啦。是，但是可能佫会发生其他的相关的迄个。有啊，譬如讲我有时间我迄个改叫，对无？改叫迄字我佮伊写爱虐，迄个改叫嘛。啊，迄就是教育部迄个嘛。是啊，啊我嘛有先问阿辉老师嘛。啊，结果你有来留言。阿辉老师讲。所以讲安尼写，阿辉老师讲教育部是安尼写。啊，但是阮。就是咧，也是因为有另外条不足啦，他就看得感觉怪怪。哎，因为我是阮细汉的时候嘛是读做艾叫，艾叫，不是艾叫，啊有迄个艾叫，哎，啊所以讲我感觉讲迄些艾，感觉讲小可无一定对，蛮怪怪，啊但是嘛揣无是，啊你当然咱直接写罗马字嘛，对无？啊但是对迄少年仔来讲，伊可能看罗马字袂惯习，所以讲我去用读正常的迄套来写。所以这个是杜老师，奶奶叫不用奶叫，就是写虐待这个虐嘛。对啊，啊所以那是咱德行较粗浅吼，看来讲啊，这个奶叫到底和虐待有啥物关系？哦，有该该着，哦该着吼，有该着，啊该你虐待，啊所以叫做奶叫。啊，你奶叫，看不是这意思，所以这个情况来说的，所以当然咱即马是安尼啦，我目前啦，我目前因为咱。那无啊，可能无一个标准之下吼，咱暂时就是即个阿辉讲的为准啦吼。专台湾，那拄到这种有争议的时阵，都寄 email 阿辉老师。起码都最起码咱上重要达成一个结论，就是讲，如果有啥物争论啦吼，以单方辉讲的为主啦。啊无。相信阿辉的人，徛过来我这边。实在是吼，你感谢这个弗雷迪老师的教导吼，啊，相当的这个。但是如果我插回一下吼，就是我头拄仔听你咧问这个问题，先开始咧讲迄段吼，敢若唔是咧讲用字，你敢若咧讲三年因的语法，还是讲大家的开口？一开始就是弗雷迪可能受到布袋戏啊啦。哎，对啊，布袋戏咁乱来，唔知咧播啥货。我厝里拢以前细汉的时候足侪生的，哎，足侪生布袋戏啊那。对啊，就拢听遐职业书啊，啥物有诶袂学白讲。哎是。但是学白讲嘛是好啦，嘛是一个开始啦。啊，所以我有一届去台中吼录一个乐团的节目吼，啊内底有两个乐团吼，会晓甲迄个三年的歌回头背到尾啊，去咧唱，啊不晓讲台语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始嘛。有啊，我迄个最近有一个天津的乐队，伊就录一个天津，嘿，天津的中国的天津啊，伊迄个就伊就录迄个三年的歌嘛吼，啊内底伊嘛台语的部分就硬唱，拢唱华语去，但是伊拢用华语去唱唱，对不？伊就袂晓大港起风涌，伊就唱大港起风涌，伊就唱过啊。堂堂男儿要欲出征，一直较少，我就哪看哪笑，我感觉无紧啊。对啊，伊唱袂落就好啊，我是听袂落啊。应该有可能是天津那边的关系啦。啊，对啊。就是本国。你像弗雷迪姐，也是讲不管吼，因为咱做台语歌做二三十档吼，啊，所以咱慢慢的了解讲，当然语言是真重要，但是可能比语言更加重要是台湾心嘛。啊，所以咱嘛真鼓励一挂迄个用华语。写作甲写台湾的感情，也是讲客家话，咱袂使讲我台湾话总部，咱当然台语讲的人较侪，所以咱较占权吼，所以咱可能爱较卖较占势吼，啊，所以哦，原住民的话也是客家话吼，写出一些台湾心吼，甚至用北京话华语，所以我渐渐愈来愈无遐讨厌华语，鼓励少年家吼，伊先对有台湾心啊，爱这土地、人、动物吼开始，慢慢有一日慢慢就台语嘛，所以。Freddy 的功用，迄、那个三林对这个台湾国家社会贡献哦，所以伫当初起来，可能我嘛点啊误解啦，感觉啊，这是到底是台语是会晓袂晓，是咧变声放，但是真怕变来放哪用哦，所以像这款迄个较无遐标准的，啊，颠倒互一挂少年朋友较有机会来学，哦，像迄阿嘉有诶无诶吼，阿萨布鲁遐吼，迄讲可能比杜振声老师较大，袂定啊。看者台语诶传播吼，对无？阿陶讲台语吼，比小 S 搁较烂吼。但是慢慢，咱明年后年，咱就看着阿陶搁愈讲愈标准嘛，吼，愈讲愈好。哦，啊，去因遐诶
天津的也好啦，阿萨布鲁的乌鲁木齐的吼，拢来先讲中文，中文了先知。啊，原来这是台语，能力可能就是真正大讲起用就会使啦。所以我主要是要来的向弗雷迪致敬，啊，请咱甲弗雷迪拍抱啊，主要是。我有一个意见啦，吼，即马就是讲迄个有一挂台语的唱歌，着啊，通常靠一挂语词对无吼？啊，语词若规个用汉字来写成台语，你若把写一个爱语的，一般人要甲读出台语可能会有困难啦，吼。啊，我是想讲像杜正是迄个教育部迄个。汉文规个写出来了，啊，搁一个罗马字写另外一边，互人会当对照，吼、哦，这个字拢会当一边会当读出来。啊，安尼了，搁无也搁无够，注解，解叫爱念爱念解叫，啊，这解叫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内底啊，吼、哦，解注解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安尼可能人看到，那伫内底的一寡不管是汉字写的。也是迄、那个台语写的吼，啊你搁家用注解出来，因为有个人台语足济，倒过是文盲较济啦，吼、哦，伊会晓听会晓讲，但是要用文字来看来读，可能足大个问题。你若像较早咧读古文咧，注解吼、哦，啊那豆豆算讲也咧教育人的台语，看了久了，伊就豆豆啊，讲注解第一吼，这个字又是啥物意思？吼、哦，啊伫遐个注解者吼。哦解叫这两个汉字读做解叫，啊解叫到底是足侪人解叫是啥物意思？伊嘛毋知你甲注解一下吼，对迄个语词内底的一寡物件来当做注解，伊也当去学台语吼，迄、哦那个汉字甲台语归学，啊，佮伊的意思嘛是会当来甲了解。我想安尼来讲，可能人会看较有，啊，但是对咧做歌的人可能就会较麻烦一丝啦，你啦，这是我的建议，是啥？是。对哦，嘿。台湾人讲台语，合情搁合理。台湾人人讲台语，永远会予人看无起。小弟张庆芳吼，那么我推荐这个台语，今年算了39年，啊，而且先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即最近这几年呢，因为这个冠军吼。哇，足侪少年人咧用电脑，所以我即几年开始伫这 YouTube 内底有30段，但伫迄 YouTube， 所以你可能若拍张庆芳，拢会当看到我，甚至可能慢慢看到我的演讲。那么这30段加起来呢，差不多有100万的人有甲我订阅，但是甲我咧比起来，当然是啊，无算啥啦吼。所以呢，我头一个问题呢，含拄啊好猪头皮哦讲着。我头一个问题是讲，我最近都在想讲，因为我这30段内底无同款的形态，每一种对社会关怀，每一个主题拢无同款，差不多拢无重复，哦，那全部拢有代志。我当初看到那个慧茹老师哦，差不多头到尾100%拢有代志，这是我伫台北30几年来真少看到的，嘛真少看到有遮侪人伫遮咧讲代志，因为我伫台北住30几年啦。中南部我拢大过，全世界去过这些所在，予我一个足大的感受。所以我唔只系讲我退休了，我全部时间拢要投入台语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这实在无简单啦，尤其弗雷迪愿意吼这种精神。啊，我讲工作上面，拄仔其他朋友讲到这个迄、那个啥物阿和甲讲台语吼，阿和吼，我较注意到就是迄个阿家蔡阿家咧讲个台语10几集迄西。迄真害啦，迄害着足侪只少年人吼，迄是心声尔。啊，佫有一个最近有一个叫做《幸村的工商时间》，大家有冇注意到无？哦，迄讲了足早，但是伤过短。伊遐后壁差不多1分钟拢是咧卖伊个物件、卖产品，吼、哦，这真无彩个代志。所以我头一个问题就讲，咱即马是毋是？尤其是咱北部啦，我咧推荐这个台语吼，我本身是国际演讲会会长。但是台北遮呢，不够可能啊，敢若一个花，啊，搁要死要死。阮已经进入第18年，但是中部、南部要推荐台语，有够简单诶啦。你看我囡仔囝，逐个嘛要讲台语。恁若去台南，恁敲电话互统一的迄个总机抓起来，伊袂甲你讲统一你好，伊讲统一你好，
中南部的台语跟咱台北来差遮济，所以我头一个问题是要请教讲，是毋是咱拜托恁替我？本来我是要跳来写，但我拄好有两个前辈，而且里头袂甲恁吼用喜好抱，喜好抱来写这一挂台语吼，下当互咱我今仔先针对北部就好啦。咱北部台语已经好就要跳去啊，即马剩这个放假，甲这台东区咧讲台语尔。这台湾搁出世个囡仔，咱讲啊才好。我今仔真正足感动，感动我用要流目屎出来。所以头一个问题，会当拜托恁两个写。哦，用迄个台语写一挂喜好，你写绝对比我较好。第二个问题就讲，咱伫台北要用啥物款的方式来推展台语？伫台北呢，行到倒呢，讲台语，就人外头咧在看，你无感觉吗？当然袂像咱讲台语，人就会甲咱注意共款。甚至咱拄仔老师嘛讲着，伊讲迄个问题是真讽刺，真吊诡啦，用北京话讲嘛，真吊诡。就是这么小的小孩子，怎么会台语讲这么好？这有啥非常奇怪？拍各位啊，我全世界去过50几个国家，全世界走了了。外国人哦，有当时也会甲你问讲哦，你倒位来？我讲我这个台湾。啊，你台湾有恁台湾的话无？我讲有。好，我尽量结束吼。这重点吼，我知，几分钟我知影。歹势。外国人伊的习惯，通我有咧地方讲。伊来问讲哦，啊，恁台湾台湾的话，啊，你会当讲几句，咱听看卖下未？咱台湾人大部分外国拢要甲人讲讲话，讲德国话，我讲英语话，啥货？我还着唱英语歌唱，歹势。人是要听你的台湾歌，要听你用台语讲话啊。结果咧，你讲的是华语，人即马全世界要听华语的外国啊，都边啊一大堆啦。啊，结果咱家己袂晓讲台语，这是毋是真见笑的问题？哦，我想要请两位会当甲我回答，多谢。啊，咱要安怎来北部来推展这台语，大家好啊，好。老师，我这个开始吼，先来一个先来一个。大个我报告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咱是不是因为原底主办单位给我的时间到45分啦吼？是不是？那无其他的朋友要来问，咱就用统一回答的吼。啊，我先搁插一个30秒啦吼。这个张教授。我是建议讲相邻的专辑，爱情飞登去听，了解因的路线。那hip hop应该是比较有差啦。大机啦，迄个最后我定定你藏大机，因为台语就搞戆的，啊结果伊拢写华语的 rap hip hop， 啊但是伊讲话拢讲台语，所以讲我最近就一直甲高正，我讲你就应该来写台语的，你拢写华语的，啊你讲话拢讲台语，啊你写我写华语，这敢要敢对？所以讲伊这。伊迄吼大记其实规个，我叫伊后一张专辑一定拢爱写大记的啦，较好嘿。安尼无，咱是毋是班主？班仔来甲咱讲一下，系啊。啊，我拄仔听着，这是会长是吗？哎，张老师讲的，讲出国去啊，人同你讲台湾话安怎讲吼？即我有亲，迄个亲身的经验嘛，就是我念去日本，我讲日本话。啊，日本人就问我你倒位来，啊，讲我台湾来。一当啊，伊就问我讲啊，这什么？啊，你台湾，啊，所以你就讲台湾话，我讲无，我讲中国话，吼，安尼，这就是，这是一款拄只丁老师讲，当然不是讲每一个国家伊一定是单语的国家，它不一定都是单语国家，啊，但是每一个国，等于大部分的国家拢有伊家己较有代表性的语言，不管你是讲台湾也好，还是你若是台湾人，你若是。讲客话嘛是袂要紧，但是咱我以前若讲我是台湾人，啊，但是阮拢讲中国话，对因来讲伊就是中国话啊，啊是伊嘛有人讲这是北京话，哎，这种对因来讲就感，除非是讲常常拄着外国人啊，无伊就感觉讲很奇怪，因为伊日本就是就很典型的单语国家，伊感觉讲日本人讲日本话天经地义，所以你台湾人就讲台湾话，啊，而且咱家己有台湾，不是讲无，咱若无那就没话说，比如新加坡，你就无新加坡话。咱家己有台湾话，咱就应该爱讲台湾话。多谢，多谢两位来宾，回答吼，很顺利。啊，过来吼，我想啊，搁有差2分钟。主办单位大家拢知啦吼，你刚去台语文教基金会吼，主办单位有一个特权，就是啥呢？就是挂伫我尾，所以我吼阿姨，我来甲咱讲一个伊的感想安尼，咱的同事吼，互你挂一个伫我尾哈。今天真多谢大家来吼。啊，我要最后，拄只你咧讲的物件，我最后一个结论来讲，
李干桥基金会做这个台语同广播同时吼，重点就是啥？就是台语书写标准，啥物字啥物写。哦，这拄仔恁讨论个问题吼，像咱陈龙辉吼，他问了个，你明仔去，你就加食少饮十字，我来到旁就家己，我来无体无话紧，我这是纯讲个，这就是讲，我咧做就是台语文书写标准化，啥物字爱有啥物字，啊啥物哪啥物字，刘邦家有啥物字。哦，啊，拄头过来直接讲大正常吼，这唔对的故事。大正常的时代有吹动吼，但是并无正确。台语台语拼音啊，汉语并无正确，是到以后，这个那一路时代。哦。所以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，推哦，这个，很难推哦，这个民众之间，吼。这是个老错误了吼。所以我爱讲就这条，啊，但是大家国家遗产科目唔对啦吼，但是。那是讲真正有诚意啦，所以台湾同时讲，就是要你行的路啦，都是要把这个文字标准化。咱未来人大家讲长，永远拢未成。啊，阮重点就是讲一定，本来一定一定，那是倒出现就一定。啊，这是一个，这是我感觉台湾未来，不是干那讲尔，你书写就是你书写。因为最近吼，这几年阮办贸易吼，拢有一挂伊嘛加上阿恁奶吼，啊，结果大家拢来讲。我是哪只用台式，因为我感觉我无用台式，我就写。做啥物？做用迄个，我台式做，我是莫名其妙放啥物？哦，人家是老王家讲，老王你讲，讲我无创作，听来我唔写台湾人，是，我都无用你写台湾人。所以我安尼，所以我家己用台式创作咪写咧。我若无用这款文，都是我来写，我来我来感觉。啊，所以吼，啊，你讲叫提前买吼，啊，进入较大个同款，进入新，哦，啊，这款就是吼，你我你诶。有定就是啊，啊无定买啥的，哦，我这不是做生意，哦，我这不是哩，那个就先尝尝十六尝十八的干贝哩吼，啊，你可能十六尝光头啦，哈哈，对吧？哦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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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朋友，感谢大家刚刚相逢一下，好，见了五百七十八天，各有吼上新的专辑吼。啊，搁有吼，那住大安区的啦吼，这上要紧的啦吼。但是选票是无一定义啦吼，大家爱知影伊的本名吼。林强佐啦，林强佐，林长佐，林强佐，是不是？多谢，啊，迄是大安区的驾车，我来到恁平啦吼。多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欢迎，欢迎，感谢，欢迎，谢谢。不少人来做访谈，还佫有准备，就是讲用台语在写歌。少年的朋友，喷火气乐团，然后要来甲咱唱歌。不过我先刚想反复一下，咱有写这张问卷吼，有写这张单、这张问卷的。小等下交转去，有上届现代化的数位时代在用的礼物要换互你，对不？是有影无吼？咱袂使唔知影啥人，对不吼？这。有伫上界先进的数位时代人才有咧用的物件，要送互你。好，啊，咱现场啊，主办单位呾安尼，我都讲爱撮场，啊，恁拢无人来搬椅啊。啊，主持人着搁甲你斗搬着对啊，好慢咧。多谢啦吼，啊，咱啊为这有特别讲，粉火气乐团是真少年，啊，因经过台湾的重要的真侪只的。国家的事件了后，因来思考讲要用台语家己写歌，所以真少会。咱就看到三一百台文来造成，因用歌声要来表达对台湾的关怀。大家静静啊来甲因听好无？好无？好。哦，你好，静静啊来甲因听。过来，咱就互因来，我来甲家己来介绍一下，介绍讲哦，我什么人，猫咪人。啊，我什么名啊？啊，我的过程是安怎？用恁上直接的口仔声来表示对少年人讲台语、写台语、唱台语歌的鼓励，拜托大家，口仔声来鼓励一下。来，先要先讲。大哥，来我大哥，我是潘伟奇，啊，今仔日因为迄个吉他手。伊就结婚，啊，甲因某去日本佚佗，伊就是我都来，啊，所以我全部叫我来斗相共。你也无讲，啊，无咯，我兼得。啊，我先做一下 setting 等你哦，好，等下再讲。
伊拄仔迄笑声，敢若感觉讲我袂晓同意。无啦，无啦，误会啦。无啦，你敢若介绍你家己，啥物？你叫恁朋友来探的，你无介绍恁朋友。我袂介绍我家己。我叫阿坤啊，啊，阮朋友叫刘刘。对啊，阮之前有参加一挂活动，可能去遐唱歌，大家听啊。大部分拢唱一挂，甲台湾较有关系的歌，还有台语歌。所以今日我嘛要唱两条，这两条歌算拢阮写，啊一条是讲自己办的故事，啊另外一条是就是鼓励大家做伙为台湾向前行。好，来，欢迎新朋友吼，我再问啦，看就知啊吼。甲团出门较费劲啦吼，亲像柯慧如班主讲的，讲咱讲台语拢唔免传假诗，但是因出来表演爱传啦，所以爱一点仔耐心予伊。当然，因所带来的这些歌，用不一定是讲代表即个的少年家用台语来写歌，因的心情。亲像头拄啊 ，Freddy 咧甲大家讲起的，无定着讲即内底，我呾有真侪试验，我呾有真侪训练。真侪家己慢慢伫咧写歌的过程中间，家己才去研究到底这个台语的词，安尼讲有对当无？这个台语的词，安尼讲是毋是真正台语讲讲会通？其实你伫咧听因的歌词的时阵，相信我哪会当安尼先来刺激家己落去思考，这是一个原来袂歹的训练啦。稍等下你听因的歌词时，你嘛听好去甲参考讲，伊这个歌词台语的语法是毋是会顺？台语的运用的方法是不是会顺？安尼就赶紧哦，阿坤、甲刘丁来甲咱开始吼。哦，你这比较迄个合唱团较摇摆咧，提破起来台顶的吼。因为我本身是不是大吉他，所以哦，哎，我可能爱弹，所以爱提爱淘宝一下，歹势哦。头一条，我头一条歌要介，这个故事就是一位朋友的故事，伊厝内代志。迄阵是可能是歹阵啊，因阿公迄阵是对国民党的军队为中国来台湾，迄阵因说，为中国来嘛，所以伫遮嘛无朋友，嘛无亲情，是爆发生的时阵，伊迄阵嘛算互台湾人追杀啦，就走到一个所在，是嘛想台湾人救，所以。我这段故事就是，想要表达二摆当阵啊，其实迄是所有台湾人，即个老百姓，大家拢有，共同的一个苦难。所以做侪人用因的方式，可能写小说啊，还是写文章，还是想要咱写一条歌，就是希望大家更加了解迄当阵的遐个代志。所以这条歌叫做《二摆》，大家听看。
放袂记一场乌梦。一个渺小的生命，孤单伫一个世界。只是对着时代孤单甲伊带来这，哪位是我的故乡啊？无熟悉的口音，孤单的形影。四界拢是啼啊声，对着咱走，因讲无走的无生命。看到恁的亲人倒伫咧水沟仔内，无定我的兄弟嘛，甲因倒伫。这条歌是吉他手啊，一个 Tony，
啊，伊阵伊即摆伫咧台大咧读博士啦。啊，几年前伊着读博士无啥顺利，大家嘛知影讲博士较歹读，所以着先倒去厝里，取暖啊，就倒去厝内。啊，有一工早起去市场菜市啊，看到遐遮早啊，遮个阿伯阿姆啊，遮个阿姐，因着遮拍拼咧做工课，伊着感觉讲，啊，伊一个少年囡仔。那拄着一寡代志，着安尼走转厝里找妈妈咧，嘛无啥对个。啊，伊嘛感觉讲吼，台湾看到遮个人遮拍拼咧做工课，伊嘛感觉台湾足希望，所以着写这条歌，叫做《台湾的路》。
拢找到一条，我是我另外一个乐团叫做捏爆柳丁，甲柳丁。是，甲拄啊迄个。啊，一条歌就是一半，啊，第二条歌是喷落去的，台湾的咯，谢谢。真精彩的表演！啊，过来，咱我阁报告一个代志吼，现场的朋友阁听我十秒就好，好无吼？阁我拜托一个代志，咱李工强台语文教基金会，他拄啊 Freddy 咧讲，伊的册建后578天，阁有咱台语的册，因早无几本来，我看剩超10本，咱甲买互我，卖互因载回去，好无？好啦吼，这个代志甲大家拜托。啊，明年咱要搁举办有影讲台语世界好记忆短片的评选，明年大家搁踊跃来参加比赛，搁来参加世界好记忆的活动，安尼好啦吼。好，啊来安尼，即摆开放大家，赶紧把因的车票号码卖互因载回去，剩十几本尔，有诶要抢抢无吼 ？Freddy 的车拢伫遮，多谢大家，今日活动圆满成功。安尼老师要多谢吼，多谢车票太早安尼啦吼，多谢车票太早哦吼。老师，过来，嘿，大家。